好，我们继续开会，请各位保持会场的安静。好，我们现在回头过来处理前面的，就是说保留，好不好？第176案，费用贷委员同意撤案，再来第178案的这个部分，我们后面有处理，然后是不是吴志阳委员的这个提案，我们也撤案。好，谢谢。178案撤案，再来我们继续下去处理190案决议的这个部分。好，190案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通过。191案决议，好，没有意见，我们通过。好，这是刚才那个吗？就是对191在前面好像第几案有并，就是那个冻结的那个票务嘛，哈，所以是建议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并前面那边处理？就在前面的第181案跟181案。好，他有写电务智慧跟那个后来是协同用票务那个来冻结的。好，191案我们并同181案的这个部分的话一并做处理，然后进行专案报告。没有，他是不是？他改为刚刚三个案是182，不是用182。好，用一八，刚180到182以182案为主，所以我们并182案。好，然后的合并进行专案报告。是。然后再来192案。没有问题了。跟我找委报告一下，这个有跟那个赖委员沟通过了，因为这个权责是在内政部营建署，所以是不是可以改为向由内政部营建署向立法院提出具体可行的改善？现在没有内政部营建署，所以不能够替他做决定。对，主要刚才有跟大人讲，这个权责在内政部啊。所以还是后是说撤案的方式。好，我们请交通部转至内政部，好不好？做修订之后通过，再来193案，193案通过，再下来我们进行中央气象局的194案到196案的这个部分，都是海陆地震联合观测网计划。总预算一共是10,800,000。好，有黄昭顺委员、徐永明委员跟林俊宪委员的提案。徐委员，要不要先做提案说明？主席，对不起，因为刚才赶过来，刚才191案是不是可以做个说明？就是说是并到前面那个对182案，可是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其实主要强调是那个电磁记录，是不是可以案由那边下次专案报告案由，能不能把不要只是关于票务这一块，好，他专案报告的内容或主题里面是冻结票务这样。对，好啊，可是报告的主题里面有这个，好不好？好，好不好？好，请交通部这个部分特别注意，在专案报告提出来的这个部分要包括说明。刚刚徐委员所提出来的这个部分，对了，因为这个是就是国昌委员那边他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们希望那个记录他们也能有一些处理，这样。好，徐委员195万 ，OK， 要不要做说明？其实我们这边就说，是东部这边嘛，哈，那是不是能请交通部这边说明一下，就说目前执行的状况？哈，我们是希望能改冻结一样啦，像前面一样冻结10%了，好，然后提个专案报告这样。包括委员会跟徐委员，我们目前的执行的状况都非常正常。那今年度的支出应该达到99%以上。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请委员能够冻结1/10，然后改为书面报告？那你们执行的状况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过去比较长，是因为我们的预算
需要逐年编累积之后才能够执行。那目前在前瞻这边非常感谢能够编足，那我们能够应该能够顺利进行。OK， 好，如果冻结10%，提书面报告，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这个通过。谢谢。在接下来，观光局所属的这个部分197案到199案，好，在这里面是水环境建设的这个部分，然后199案赖世葆委员提案的这个部分是业务费跟奖补助费的这个部分，总计金额是10亿。来，现在没有提案委员。来，我不太了解啊，这个观光局跟水环境这个案子是在哪里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个说明？这两个怎么会扯上关系啊？您的项目是营造水岸环境秀油气据点特色地景。是，师傅，重点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案子水环境的主办机关是经济部水利署，那么它其中有一项是油气据点特色地景，那个部分是编在观光局，大概有这108、109有10亿啊。那么前面第一年是做什么东西嘛？最主要做的就是说在水环境做了以后啊，希望能够增加。告诉我，我要做什么意思说？在哪里？对，跟委报，因为他这个他的机制是竞争型的，现在没有具体的内容，由地方政府没有具体内容，你这哪有预算是这样的编法？有，他是我的预算编法，你给我钱，然后我再想想我要怎么做。他是由地方这样子的话，我就建议全山提案评选的。透过评选，就是比如说，对，你们评选的条件是什么？他必须具备什么样子的条件？就是各位，水岸空间这样好不好？等到你们评选出来了以后，以后再编年度预算不就好了吗？这个感觉起来就是为消化预算而消化预算。我这边讲一下话哈。昨天我还记得中小企业处在审的案子，然后应该是赖委员说核定了编这个预算不合理。那今天讲说还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他编这个预算，你们也说不合理。我们是不是问一下说，到底现在这个案子有没有一些特定的对象已经比较明确了？然后进程到怎么样，让我们委员了解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这个部分呢，原来的机制的设计哈，是等这些黄洪预潮无安全注意的水岸空间出来以后，那么所以相关后续的油气呢才会进来做计划提报，然后审查，然后去施作。所以在第一期里面，观光局没有编预算，就是等这些这个水环境的部分呢，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功能出来，才开始由地方政府提案来编列。我想编列在这边是，我想各位都听到了10亿。如果预算是这样子编啊，主计长，你觉得合适吗？预算有人这样子搞法的，先给我钱。然后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钱来了以后，我再想想看我要做什么。他那个是要侵蚀。如果说我们立法院可以这样子过的话，我真觉得立法院可以关门了。我跟你讲，新店溪的两岸啊，它的那个油气空间就是它。我告诉你，我在问你是哪个地点嘛？那个地点都想不出来，就好像说哦，你要给我预算，我要盖楼。来，但到底要到哪边去盖，我还不知道，还没想清楚。等我想清楚了以后，我再去盖。来，部长，预算有人可以这样子编的。是，各位，我慎重的哈，告诉王代部长，告诉我们朱主地长哈，你们自己摸着良心，预算可以这样编吗？可以啊。这样，那个会我会说明一下。大概这样哦，就说这个经济部他们是做河川的整治嘛哈，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一块，就是清水设施哦。就刚才谈到的，这是我们像一些台北的旁边有一些所谓河川环境的景观，还有这个营造清水空间的建设这一块，是他们现在把在哪里嘛？不，因为它是一个叫做这个竞争型的。这样的，我建议这个预算了，全数冻结了。等到你们确定地点以后，我们再来说吧。来，陈赖委员。好，
关于这一点哈，这边要讲一下哈，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些地方哈，还有很多一个河川整治，可是河川整治之完，我知道我们很多乡村型的，它需要一些水环境的一些亮点，比方说步道或自行车步道，那。刚刚提到说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哪些，其实我们以前当议员到现在当立委，我知道很多是竞争型的，他们案子提出来了以后再评选，好的案子他的效益高的就会拨这笔钱，是这样的意思吗？你应该要让我们的委员能够比较具体的知道，而不是他没办法得到他的理解。好，以上。我来跟各位报告哈，观光局它叫做观光局，观光景点的业务啊，它可以扯得上关系。我跟各位委员报告举例啊，像我们北海岸或者东海岸有一些观光景点，设立咖啡馆呐、设立路那些地方啊，我们知道这些地方我可以同意嘛，这个当然是你们的业务。有的地方不见得是你们的业务，核酸整治完了关你什么事？那也不是观光景点，那个是有回到经济部或者是地方政府的建设局他们的业务嘛，那不是你的业务，你的业务专长不在这儿嘛，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编这个预算啊，我是反对的，你们各位只要找一个说服我的理由吧，对不对？我还从来没有听过预算是用这种方式来编的，标的物在哪里不知道，干什么不知道，配合这个经济部水利局有这样的编预算的吗？哎，主席啊，这个是在你任内所搞出来的，麻烦你要跟我们说明了。他那个是他的水利署弄好了以后，到那个水周边环境的改善，然后要配合一些观光的，所以应该是做观光自用，所以是在观光局，你们就讲清楚嘛。对啊，要讲清楚。然后那有个地点不是水利改善，通通跟观光局有关哦，是不是？难道若水利改善通跟观光局有关，以后所有水利署编的预算，你观光局通通要也要跟着编预算？你地点都想不出来。你们把评审的地点，不是所有的水利设施旁边都设观光景点，好，你的评审的标准，我刚刚开始强调的，让委员们就说清楚，你会选择什么样子的地点，然后你们要有标准出来，才会有相关的就是说单位才会知道来申请嘛，好，那个评审的就是重点会是什么？就是我们选择的重点。他们要透视。那个是一方委员。好，因为你每一个计划不见得说有实际的标的，因为在上位计划，就是说他必须要有一个上位的计划嘛。而上位的计划完成了，这不管是哪一个党执政都是这样子嘛。所以有上位的计划，上位计划以后才会有接受说哪一个部分必须要清水，哪部分哪个县市或者哪个乡镇之类的，才有办法用竞争型的部分去取得嘛。我想应该你的编内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来。我再说明一下，稍等一下吧，我提一下哦。这个预算编十亿，因为还多，多谁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那你总告诉我们在哪一个县市嘛？好，那这个我真的拜托各位委员，不需要一味的护他了。这个东西，因为他都根本讲不清楚，这个到底是哪里不知道，就是给一笔钱十亿，需要这样付吗？有必要这样付吗？因为我们现在在谈、啊，都讲不清楚，要给钱。我讲那个黄代部长讲，我刚才市议方委员讲的，我觉得这就逻辑就出来了。你上位计划都搞不清楚，你下位预算就先摆在那里，你又不是统筹配合款，我有个开口合约就摆在那里，不是这样子搞法的吗？真的，我不是。我你看啊，我从昨天到今天啊，尤其是我们这个朱主席的，我的预算呢、啊，尽量朝不删冻结，冻结让你我搞清楚，你们去做。我建议这笔预算全删了，对了，这笔预算，否则你看我们到目前为止一毛钱都没删，好意思吗？我们要审查预算是这样子审查，如果这个东西标的物在哪里？上位计划也不知道，然后我们保留这个预算在这里。我跟你讲啊，
难怪人家讲说这前瞻计划有问题，所以我建议的哈，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这笔预算呢没有必要保留了，把它删掉，日后要去做，我们再编年度预算去做嘛，好不好？我诚恳的这样子建议了。我想说哈，其实这个是一个刚刚那个陈赖委员提到，这是竞争型的计划嘛，所以说换句话讲，我们要先有一个上位的计划，然后预算过了，由所有的县市都可以竞争。他们现在又讲出哪个县市就可以竞争，那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想说，是不是那个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请那个张部讲清楚这个上位的这个部分哈，可以再明确一些，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规范，让所有的县市都可以竞选哈，来申请你们这样的预算。因为就我理解，你看像现在很多的河川、哦、都是很漂亮的、哦、比如说爱河、高雄爱河、哦、台中的绿川，其实都是新的风景区。那我们当然也鼓励说，台湾各县市有更多这样子清水的、哦、风景区来带动观光嘛。所以是不是可以再请这边补充一下你上位的这个计划、哦、然后怎么去鼓励，好不好？那个我跟委员报告哈。平常讲哈，竞争型的预算的精神跟这个有点不太一样。竞争型的预算，我知道说哦，举例我通常就配合地方上，地方上你地方上有互相了、啊，你的配合款，你负担50%，我负担50%啊，大家来标哦。那这个东西呢，观光局、交通部观光局有些景点是他们负责，而不是全台湾的景点通通是你们负责，是吗？不是吧哈，全台湾通通景点负担，你们的能力也负担不了，你的钱也负担不了。对，这个我想在大家如果开车到我们的北海岸去，你就看到有几个点，那就是观光局的业务。可是像台北市，你说我们所有台北市的观光景点，中正纪念堂啊、国父纪念馆啊，什么通通是你的业务，不是吧？对不对？那有的就不是你的业务啊，这样好不好？我建具体建议了，好吧？具体我3亿-5亿，好吧？来，主席，我跟各位报告，还是先提醒交通部啊，不要去要这么多钱，你们没有用完了、啊，会被扣分的、哦，检察会纠正哦，检察院会纠正，不要拼命要钱，你现在要的不知道用哪里，你就框在那里。对不对？你要真的是这个事情，而且我也拜托各位委员，我们是立法委员呐、啊，真的不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啦。好了，我们的职责没有，让我讲完好不好？哦、他们是要向这，让我讲完好不好？让我讲，没有吗？你告诉我什么地方？不是的哈，那个赖委员，你不要讲这种话哦，什么立法局、立法局的哈。我觉得要，我觉得要讲清楚，这个是影射，影射这件事情哈。我们现在台湾的观光品质要提升，是大家全民的共识，好不好？难道全部的街，难道全部的这个街，这个商街最后都卖香肠吗？那我讲可以吗？好，赖委员讲完之后，我提醒交通部委员，你要了一堆钱用不到，到时候会被检察院。会把你弹劾的啊！先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今天从早到现在没有上一毛钱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讲不清楚，然后也不知道做什么，就是要一笔钱，这样子的一个是不是真的要用？到时候第二笔钱都可以给钱呢、啊，也不是问题啊，钱不是问题，就问题在哪里，对不对？这个王大部长啊。我平安刚从昨天到现在，有的时候你们交通部还讲得清楚，我倒是很真的，我不你这观光局长我是不认识了。你从他的回答里面，我是觉得业务真的搞得不清楚，他合适当这个局长吗？好，来余婉如委员。那个。赖委员或是这个费委员要监督哈，我其实都同意啦哈。那只是就是说我还是得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全民很大的共识是我们的观光的品质哦，一定要提升。这个品质提升从硬体好到服务嘛，所以其实这个你说他一直讲说计划不清，其实我觉得看起来是很清楚的嘛。他就是要改善他观光景点的清水性嘛，然后或者和这个所谓的环境的整理嘛。那他们现在就是要用大家来竞标，就是来竞选的方式啊，这是很明确的啊。那我觉得说，如果你们对这个部分有意见，可以后续再去 follow 他们呢、啊，不一定是要全部就这样，就是不一定要冻结到这么多嘛，是不是？那个
跟委员会报告哈，增加我们台湾观光的竞争力，没有人会反对。事实上，如果说你真的可以把细目讲得非常清楚，我绩效评估也做好，不要讲十亿啊，一百亿，我就觉得都该做都要做吧。反之，如果这连计划都没有，你告诉我要去做什么？这个经济绩效如何来评估？又没有办法评估啊，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怎么评估法呢？预算呢？像政府的预算，我跟大家报告，一个公司，我的支出是量入为出，政府预算不是这样子哦，是量出为入。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再去找钱。像我们这个前瞻计划，全部是举债嘛。我并没有说我银行里有钱，我国库里有钱，所以我拿来建，不是，这就是政府预算的一个特别，跟民间企业跟或个人所不一样的地方。你政府你都告诉你讲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标的物在哪是什么，不知道在哪里，当然更不知道，我们就要去给他钱。好，怎么样说服社会大众嘛？所以呢，我是觉得啊，你们不需要去坚持。预算每年都可以编嘛，而且这个前瞻计划的预算，我跟大家报告，它是一个特别预算，删掉了并不会进国库的，它还是在这个计划里面，下次要编还可以再编，就是这类似这种基金预算，不是公务预算的精神，这边删并没有因此它就不可以做别的，它留在基金预算里面嘛。我是觉得如果还要帮观光局长去讲话，我就要讲那很严肃的话，他根本就不适任。好，十一方委员，我想这样哈，因为国民党的疑虑就是说，这上位的计划是一个问号嘛，哈。那其实，在全国里面，它的河川的景观改善，或者是它的那个清水营造的空间，我想还有很多的地方，各县市都有很多的地方，所以在整个。上位计划的部分应该要切实考量到各县市等等的一个平衡，那这样的话就避免这个疑虑。但是如果整个像国民党要全部删除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上位计划。那怎么样去改善全国还有很多地方的河川或者是清水的这些环境呢？好，那我们来处理好不好？建议啦，如果是上位计划不是很清楚，然后标的不清楚，是不是就也不要删，就冻结，然后请他来做专案？反正我们已经有一些专案要进行了，没关系，等会我看大家的提案，我建议嘛，然后来进行。我建议嘛，好，所以我意思说这样子，建议冻结多少？对，多少？冻结，比如说两成，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然后请他来做专案，也可以满足刚才很多委员担心的，就是说啊，到底方向是什么？啊，这时候你们就要做准备啦，好，这时候就会有询答嘛，好，我想这个部分，好，表示因为全三哦，那表示我们知，对啦，那好，也不要像昨天那样意气用事啦，好，好，我们没有，大家都没有意气用事，好，我们现在就刚刚委员的提案，我们来做处理，好，刚刚费委员跟赖委员就是说以3.5亿，好，3.5亿，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我们一案一案，一个一个提案来做处理。请问一下哦，197跟198是不是同一个案子？197、198、199。199嘛，哈。对，三个案子一起处理。那就是说，其中有一个林俊宪委员提到，就是冻结1/10啊，然后请来报告嘛。没关系，对，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处理，大家有意见的提案，我们就一个一个处理，看哪一个案子过，好不好？就是说，刚刚费委员跟赖委员，就是说先提出来3.5亿，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反对啊。好，有反对的意见嘛？好，再来是我们刚刚讲的徐永明委员是提冻结20%，各位委员同意反对？好，你提冻结10%，应该大家也反对，好不好？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冻结赞成，不是专案报告，不是冻结。不是，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冻结10%，那我也反对，好不好？那这个案子我们先生，不然没接的，等一下没接的，好，好，可以了，好了，送，这个我们送协商了，好不好？送院会协商，好不好？197案到199案，我们就送协商，好，好，
然后再来，接下来我们主席啊，主席啊，我建议从现在开始每一样都送协商，因为每一样我都反对，每一样我都建议全删，可以啊，就这样子，好不好？但是要一样一样处理啊，不要不要，我们就这样子，你可以提嘛，你可以如果有说要这样子，我们就讲难听的话了，啊，不处理啊，这个前瞻计划根本是胡搞，各位，我给社会大众来报告，不知道做什么就给他十亿，好意思吗？你告诉我好意思吗？不审了。好，意见表达完。好，每一件就送党团协商。可以啊，你们可以提嘛。不要，我不要，现在不审了。对，不审可以啊，那讨论也可以啊，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好，接下来我们接下来，不要，这个案子还没处理完。大贵了。哎，如果说你们要这样子护航又护短的话，我们就严格的来审查。当然，从之前一开，从昨天到现在，我们都是严格审查嘛，对不对？不要了。好，各位的这个部分都非常的尽责。所以你曾经有审查过预算，说我不知道要干什么，标准是什么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预算怎么编？来，好意思吗，部长？稍后我再报告一下哈，他当这当时习惯怎么样？那不就要这样做？稍后报告一下，当时是这样了，就说那个水利署的河川局，总共有10个河川局嘛，他是管各个这个河川，但是过去在做完以后，旁边哈，除了像台北市、高雄市有做这个所谓河川旁边的油气跟脚踏车道，台北跟新北也有了哈。其他地方都是就是一条溪。你告诉我预算做什么嘛？讲嘛！啊，我现在讲啊。你讲啊！不要讲，就是它就是水岸油气据点的特色。重点在哪里？自信。重点在哪里？不是。好了，开会稍微尊重一下嘛。你先不要生气。这样子嘛，开会稍微尊重一下。你是立委，我也是立委嘛。我刚开会报告哈，我没有在对他讲哦。是，开会尊重一下嘛。我在跟他讲啊，在跟你讲啊。哎，我要什么监督是我的事啊。啊，你要开会尊重一下，到场都有委员啊，你尊重一下。你大声就赢来嘞，你大声就赢来嘞。会，我报告一下。好，大家请维持会场的秩序。好，先让部长讲完。好，我们要开啊！不审的话，审的话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我们是立法委员，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要大声点呀！我们刚刚意见不合，我们就送院会上。各位，一个预算，我们告诉我不知道做什么，地点在哪里不知道，还有人家拼命护航，好意思吗？立法委员可以这样做吗？尚未计划，再下来还有竞争计划，你拜托好不好？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所以休息。休息十分钟。你要上班？他不是主席的，你很奇怪耶。散会，你才怪。你是主席吧？你可以走啊，主席吧？散会，叫你可以走啊。你不开，你可以走啊，我们要开啊。好了，不开，停一下了，不要这样。不开，不要走。你不开，你可以走啊。不要开，好了，下午不能再开。笑死人了。再开的。笑起来是你，好笑。莫名其妙。你才莫名其妙。你不开，你可以走啊，我们要开啊。你说你看得懂吗？回头笑，回头回去雇工程吧。陛下，你看到哪啊？笑死人了！不要人身攻击了，你不快搞了！不要看！人身攻击了，你不快搞了！不要看！你不快搞了！你不看啊！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老板，不要看了！就走啊！啊！你走啊！啊！你走啊！你走啊！我不走啊！冷静一下！不要看！冷静一下！不是你们要护航，求你一下，护成这个样，你试试看。再讲护航了，好吧？你本来就在护航啊！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一案在处理啊，可以啊，那当然就是说是你们的权利嘛，对不对？但是还是一案要来进行啊。不要真的护航护，哎，护成这个样子，好意思吗？一万五出来，没有护航啊，没有护航的，就认识一样。刘伟，不是，他太凶了，他连标的在哪都讲不出来，我太凶了啦。意见不一样，这个标题都不能删了。好，双开会，全部双开会，全部双开会了。好吧，全部双开会啊！我跟你讲，你们难怪交通局会出问题，这种人当局长，好意思吗？就是我们一般在中央，比如说像你这样的情况，有一点经费，然后地方他会提出，因为地方说都说不清楚，还当局长，我是你的话我就离职了。大神呐。对，这样就说那个地方一般来讲来说，比如说像平常的情况，这边都这地方他会做 OK 的。那你告诉我地点在哪里啊？我现在讲。
就是像我们的田长计划出来以后，地方就会写停车场在哪里。你看这个在这个106这个出来以后，他们都停了。你把东西拿出来，出来。是因为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你们真是还有人呢、啊、他只会护航还会什么，我这边我不问了，我看他闭嘴了，他闭嘴了，闭嘴了，要不要？
在审年度呢，每笔的平均支出要干嘛？可以到多少年多少年？这个就是一个事。好，大家来，我们继续开会。好，我们大家心平气和的来进行。好，我刚刚讨论第197案到199案这三案，我们合并删除四亿，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对。好。好。好，那个江永昌委员，谢谢，好不好？我们删除四亿，好，谢谢。然后科目自行调整，好。来，接下来，然后我们以199案为准，不对，199案你只有都一样，好，好，可以减，不用，好，再来我们200案，给我们堂堂进入200案，还有99案，再来是公路总局及所属的这一个部分，好，我们加速绿能科学城的建制，好。这一个部分总金额一共是6.83亿，曾委员提议冻结1亿，改列冻十分之一。是我，谢谢我们提冻结十分之一，然后提书面报告。好，我们冻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谢谢。再来是接下来城乡建设改善停车问题的奖补助的这个部分，一共。37亿，好，37亿，有徐永明、赖世宝、林维洲、严宽恒、费鸿泰、王玉明委员等提案。来，提案委员有没有要做说明？费鸿泰委，对不起，赖世宝委员。我跟各位报告，我给他认真算过，各位，停车场是人家骂最多的地方了，盖的都是蚊子停车场了。乱盖一通啊，就是每个县市都盖啊。我算过一个停车场4亿啊。我请教我们的大工程师啊，施一方，他是专家，专家中的专家，一个停车场4亿，想救我哎，想救我呢？一个停车场4亿的。那个公路总局，你说明一下，真的是九个停车场？因为他说九个，我不知道。你先提出到底是几个？我跟委员报告，这个到目前为止哦，我们大概已经核定了大概有55座的在要新建的停车场。那委员刚才特别提到，就是说以往的停车场是因为当时的一个政策有一点是一乡镇一个停车场啊，所以造成了那个需求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机制里头，对于停车场的需求，我们会先去确认它是属于公共运输的转乘，或者是观光旅次吸引啊。或者是交通频繁的处所，这几个地方才有优先提出停车场。那提出停车场了以后，它要有一个报告，我们会有经过专家学者的一个审查，审查完了以后才会去同意它。请问你是？我是公路总局陈局长。公路局局长对不对？是，不好意思。我就跟你报告，你有没有到现场去看？我没有。你完全没有去现场看，这都是去现场看着教授跟我反映的。乱搞一通，你根本都没有去看嘛，一个案子都没有去看。委员说，你根本不知道在哪里。是我跟委员报告，对不对？你也不知道，你看书面50几个。那我们是教授去看了，跟我反映的。那些停车场有很多都是以往的一个停车场，那现在的一个以往的都已经是都没有人要，为什么还要花钱呢？现在所以在这一期的是前瞻停车场的计划，所以我们有把以往大家一再诟病的这些问题，我们加以改进，所以我们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申请的一个要点，在那个要点里头严格的来执行啊。所以委员大概我们而且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有相关的一个查核。不要忘了各位。跟各位报告，这个叫做奖补助啊，这奖补助37亿啊，真的看了难过啊，就是我们只输了钱，这样子奖补助37亿就不见了，37亿就不见了，啊，就钱已经太多了，被人家
骂最多的地方就是乱盖停车场啊。好，那个好，我们等一下，先江永昌委员，之后徐永明委员。提案先给他讲，可以吗 ？OK， 这我的案子，我先。好，请先说明。这个刚刚有问有没有提案委员要先做说明的。好，因为这个来徐永明委员，刚才不晓得这个休息时间多长哈，这个很抱歉哈，现在赶来哈，这是我想。这边主要是想几个询问啊，第一个当然就前面几位委员关心的会不会变成蚊子馆的问题啊，好，那数目也很大，好，那我们的了解是说原本是规划22个案子，现在好像已经核了55个案子，是不是？啊，55个啊，这原本规划20几个，核定55个啊，这个差距为什么？是我跟哦，来我问完哈，第二个，我们现在才在审预算，按这个核定。到底是什么意思？好，你第一期先核啊，你真的有保证？比如说刚才几位委员如果关心到23期预算，如果没有像你们预想那样，那这个核定是什么意思？好，对啊，好，这个你们有没有考虑到？好，所以我们这边才会有简列跟冻结哈。那我这边是改成冻结10%啊，可是我觉得要有报告。第一个，我想大家关心的到底。未来你们有没有规划到它使用率的问题？第二个，你这22变成55个，啊，你膨胀这么大，你们经费是怎么使用？第三个，啊，你们现在核定，啊，如果你们核定了，我们干嘛还在那边审？好，这是什么意思？好，能不能说明一下？刚刚没有核定也不行，对呀，也不行。好，没关系，对不起，那个江永昌委员之后，陈赖委员。我先讲哦，假如认为这个盖停车场有这个蚊子馆的问题，过去盖在哪里，逐一来检讨，我都赞成。那如果是以这次前瞻基础建设所要补助的这个城乡有关于盖停车场，现在可以叫他们把所有的案都整理出来，哪一个案将来盖出来，哪个县市政府所提出来的会变成有蚊子馆的这个可疑之处，我也认为可以检讨。但我就讲一个新北这个状况了哈，新北我每个案我都有去看。那么新北呢？哎，其实不要说各县市哈、哦，有的能够得到挹注来去盖停车场，有时候自己个别的一个县市，像我综合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地方，反而没有停车场。过去的新北市政府，他自己有做规划研究的，也只做在板桥做了3处，本来那边他也是要用他自己的停车作业基金去盖的，那个会有蚊子馆的一个问题吗？其实不会有，但是这一次。幸而有中央的这个预算能够挹注，有点雪中送炭啊。地方政府过去盖不了停车场，而且有必须的，它都经过很多指标的一个评鉴啊，人口密度、人口跟这个车子的一个比例啊，它还包括它种种的这个，这次是几乎都是用这个原有的公有土地，也没有去土地取得价款的一些问题嘛，所以它才得以说连规划费、连评估这个都能够由中央去挹注啊。我讲的说，不但各县市不同，过去有的县市自己做不到的地方被人民埋怨的，还得以借助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县市政府没有余力之下，还有机会获得新建来解决问题的了。那就像新北啊，那如果说新北每个案我都去看啊，板桥有3个啊，音乐公园啊，哎，还有这个新埔国小。忠孝国中啊，那我自己综合这边有嘉和公园，我如果说能够去挤出哪一个将来会变成蚊子馆，而又通过这些种种层层的这个审核规划把关的，那真的可以去指出来，我们就把它检讨。如果不行的话，那我至少我捍卫我新北。好，按、啊、照其他的区域立委，他们觉得他们配合他们自己的县市的一个停车场的一个经费预算，我觉得他们也可以提出看法了哈。以上。来，陈赖委员。来，陈赖委员之后，费鸿泰委员之后的，施益芳委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停车场的问题。事实上，在我们桃园这边，过去长久以来，我们没有捷运系统，那很多都是靠汽车。那现在捷运系统慢慢有在规划了。那过去长久以来，我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是没有停车的问题。没有停车的问题造成的什么？造成我们的车子乱放，乱放造成交通安全的问题。那我想呢，适时规划我们有必要的停车场，这个不是有这个需要的。那针对我们桃园这边来讲，有申请建树9件，审议建树。
九件，那核定件数是九件嘛，哈，所以我在这边是想说，如果别的乡县市不要的话，我没有意见了，哈，针对我们桃园市这个部分，我希望能够不要给予三了，哈，在这边这是我的主张，谢谢。来，费宏代委员。我绝对啊不反对啊要盖停车场。事实上，台北全台湾呢、要盖停车场，后面加一个零啊，370亿都还不够。但是我们真的要去评估几件事啊，也麻烦呢、这个我们公路总局要给我们讲，这是你们公路总局的业务嘛，是吧？是我们在。你们有哈？你们负责协调的业务哈？就说第一个哈、是不是有这个需要？第二个，我们配合款，像台北市啊，有个停管处，停管处有个停管基金，他们在考量要做停车场，有几个考量。第一个，我日后的营收会不会平衡嘛？对不对啊？有没有这个需要啊？举例像台北市啊，我就看到有一个地方很可惜，我们市民大道啊，从林森南路啊，林森北路，一直大概到台北工专。前面这一段都是空的，因为那边没有什么需求。各位知道我在讲的，在市民大道下面有铁道，它有多出来的空间，就做了很多的停车位，那边几乎是空的，啊，因为没有需求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搞出一个蚊子停车场。但是我相信，台湾很多的地方真的是需要停车场，当然是，所以我是。这样子的要求了，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你们预计的这个 priority 的这个清单？我们目的只有一个，避免有蚊子停车场，好吧？对我的而言，我只要避免一个，不要有蚊子停车场，其他的我支持，好吧？好，十一方委员，最后赖世宝委员，最后曾民众刚赖委员有指教说指了九个，后来。公路总局有提到的大概55个哈，所以有时候官员的解释也要接受哈，这第一点。那第二个，我查的那个目前的核定表的部分哈，它总共的核定的补助金额在70亿，但整个集中在都会区的部分，像新北、台中跟高雄加起来大概快要30亿的部分，这个都是改善都市的那个停车哈的整个空间。那刚刚也有指教说，大概一个停车场大概是多少钱哈？那以新北市来讲的话，就是说它现在目前核定数是总的核定数是6个，所以它整个一个新北市，因为新北市它可能是考虑到周边的部分或设施之类的，是2亿哈。那台中的话是12亿，有12个，所以一个是1亿。那另外高雄的话是4亿，是4个，所以大致上来讲，普遍来讲，一个停车场大概的花费在都会区的部分大概在1亿左右，算是一个合理的部分哈。所以我想也应该要接受解释的哈，不一定是自己的看法就对哈。以上。好，我来讲哦。好，来，朱永泰委员，来。我提一下哦。刚才几位委员，包括陈内委员，你在桃园市盖停车场，没有人反对；新北市盖停车场，没有人反对；台北市盖停车场，没有人反对。我不能举这些县市，其他我就不要讲了。你现在几乎是雨露均沾了，所有的县市，因为你的地方好宽好大，很容易停车的，你给它盖。我不好意思讲了，这里面你们列的全部都有啊，无人无分了。啊，都不到铁墙温了，对不对？到这个离岛的啊，拖得跨龙龙也要盖停车场，有点对不对？所以你说六都没有人反对，真的？我不会反对，桃园不会反对，新北不会反对，对不对？但是我刚说过了，那个跨收龙我每个县市都有，更重要。金门输呀，金门也有的。啊啊，金门输呀，金门输呀。金门有，就是有。他有需要吗？他需要吗？他观光的。他需要吗？他什么不知道？不是，不要提。不好意思，没有。我要提的是说，这个就是雨露均沾呐，真的就是撒钱撒下去，
撒豆成兵，四界拢安尼，就是讲安尼有票，结果没票啊，撒下去，这真的是这样子啊！各位，这个钱不是这样用的啦，好，对不对？好，你人口多，你盖停车场没人反对，但是人口就少，说拖得再垮，你啊你，好，盖停车场啊。好，郑明忠委员之后，萧美琴委员。新建停车场，假设确实有这个必要，而且营运它可以。它可以维持营运下去的话，因为它有自偿性嘛。前瞻第一期编九亿，这一期编37亿。我要问交通部了，现在工程会内管的文子停车场还有五个地方，包括台中市的神冈广停二的地下停车场，桃园市八德大兰公二地下停车场。嘉义市东市场综合停车场，还有南投县的民间，还有南投县的埔里，都还有两次，还有，所以总共啊，就当时交通部在争取预算的时候，你都讲有必要啊。这五个停车场哦，包括桃园，包括台中哦，这个都还是工程会内管的文字停车场哦。那我希望啊，你就第一期编了9亿嘛，第二期编37亿嘛，你真正啊，交通部还是那句话，部长，你们保证啊，你这能盖完不能盖又增加几处的文字停车场哦，现在内管就还有5处哦，包括台中，还包括桃园呢，6都照样会有产生文字停车场哦。部长，这盖完你不能再发生类似情况哦。那萧敏琴委员，这个有关停车场的新建案哦，虽然我的选区花莲县哦目前是没有提案在这里面哦，但是我还是要帮非六都的县市讲一下哦，就是说停车不是只有六都才有这个需求，那有一些县市它即便是农业区，但是它还是有人口比较密集跟集中的区块哦，像我们花莲县人口33万人，但是其中2/3全部集中在花莲市跟吉安，那这里的停车需求其实非常的庞大，尤其是周末假日哦，这个观光客进来造成严重的市区塞车，那停车的需求不断是地方所提出的，所以我想这里面没有特别针对因为我们花莲县没有提案在里面，但是我还是要讲，不能只是从六都都会的角度来考量，我们全国各地民众各县市包括二线城市的这个停车需求。好，就是一方委员是不是？好，之后我们就来处理。我的看法跟萧美琴的看法一样，就如同不是只有六都以外才需要停车场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就彰化县的鹿港，一年有900万的运旅量哦，旅客。那鹿港就没有大型的停车场，所以他也在鹿港编了2个停车场嘛。那你说只有六都的有赛车啊，其他的就不需要停车场，这也不对啊。所以应该要是需要嘛，每一个地点有每一个地点啊。就像说，如果这样的话，金门也有3个啊，那金门是不是也不需要？哦，类是这样子哈。金门真的不需要。好，我们来处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委员有没有具体的提案？好，谢谢。好，赖委员37，好，那个我刚才提的徐永明委员，我们修正就是冻结10%嘛，然后提一个专案，因为我想大家关心这么多都是实质的问题啦，不只是我的县市有没有停车场，也关心说未来使用，还有我前面讲的，你这个核了55个。啊，这个到底所谓核定是什么意思啊？如果预算没过，你们怎么处理？好，我想这个都需要一个专案报告来处理。好了，专案报告我不反对了，我只是跟各位再提醒一下，刚才我也提到，这个前瞻是一个基金的性质，我把你砍掉了不会进国库，还是留在那里？你们真的有需要可以用吗？到现在为止，我们真的担心文字停车场的问题吗？所以你给我们砍一点嘛，对不对？你现在不要拿那么多，真的需要还在零钱还在那里啊，他没有进国库啊，各位不要忘了，跟公务预算不一样。
没有，他钱还在那里。赖委员，我们这里审完了之后，未来两年的这个部分不再接受，就是说不会再做预算的审查了嘛。好，至少这两年这一个经费删掉的这个部分的话，也不会再做动资了。好，来那个现在来处理一个是赖世宝委员，还有三七，然后交通部看可以删多少？交通部的意见。啊，主席，不是说如果真的有文字馆，到底是台北、新北、台中、高雄还是哪里的，把那一个拿出来检讨了。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现在啊，我认为新北的没有了。好，我知道，我们现在要处理啊。赖委员，你讲的应该是整个区域要处理，那我不知道你区域要是处理掉的是哪一个地方呢？嘿。好，我们现在有办法处理。对，我前提下你们要三思议，我本来反对，后来我就想说，好，大家有共识了，那就算了。那这个案可不可以？因为这个都是地方来，这是地方有求于中央，中央去帮忙。但是这个帮忙如果造成蚊子感，好好的检讨都是必要的。或者现有蚊子馆停车场的也都去检讨，我们都赞成了。啊，但是现在这个案我真的看不出来，是金门那两个要拿掉吗？还是哪两个可以凑七亿给你啊？不是啊，不要笑啦，我是很认真在。请部长，好，我们删掉了这个部分的话，你们会怎么处理？好，删除，如果删除七亿的话，你们要拿掉哪些的停车场？对，我现在就在问他，请他们要回答。好，会删除哪一个？还是就是说大家工程费等比例的？就是说，我要跟我们委员报告，我们不要针对哪一个，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对啊，不，我们不是觉得啊，是要针对哪一个？因为有的县市啊，举例啊，像台北市可能相对你们不只是那么需要哈、啊。这个因为台北市它有停管基金，它自己也可以去做，你懂意思吧？但是有的县市的停管基金的没有，但是我们不是说不要做，要做，但是不要浪费，以免有蚊子馆的哈。赖世宝委员长说删一点嘛哈，举例37亿，他说三个一亿，对不对？朝这个方面来做嘛，啊，没有说我倒是跟委员们报告，不要针对哪一个县市不好了。哇，所以我们每一个县市都有我们的委员，难道我们要去害那位委员吗？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对啊，各位委员，每一位委员当选都不容易啊，我们要疼惜他们了。各位委员，好，我们现在就确认。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现在我也讲完，让你讲好不好？我们等一下请交通部确认哈，如果删除的，好，删除的经费，好，不管删多删少，好，删100万或者删1亿或者是7亿，这个部分的话，你们下面会怎么处理？好，你们会拿掉一个停车场呢，还是说我们等比例的在各个的经费上面，就是说做减除？这个等会请你们再做说明，好不好？那然后这样子我们就会知道，到时候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好。接下来请江委员。谢谢，现在刘琴站起来讲一下了哈。因为新北市啊，他过去啊，他就中永和新店他就不来管，他连自己用自己的本预算去做规划设计都没有，他只有做板桥或是几个地方，就他本来也要用他自己的停车作业基金去盖那几个停车场。但我这样我不是故意去批评的。那有了前瞻之后，我们才得以要求用这个计划，包括综合以及其他地方，他当时连规划都没有的，这笔钱来出才有得规划。所以每个案子我都很关心，而且开会我都有去参加，然后就要求新北市政府尽量哦，他要提案的每一个停车场尽量用怎么样最有效率的、最省预算的、最省经费的方式来提案，就尽量看能不能说，不是只有做两个、三个，能够做到四个、五个，现在可以做到六个。所以我至少我觉得新北市，我们看停车场的新建的预算，我们很努力在做，也都符合相关的规划指标，一步一步层层把关做到现在。那我说你新北市不要动到，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要求，这样总可以吧？那针对刚刚提的
过去有所谓停车场的蚊子馆的部分，如果要检讨，我个人是没有意见。那我跟张永昌委员一样的想法哈，就你们如果要动，也不能动到我桃园市的，因为桃园市升格以后，我们原来是第六都最慢升格，所以说我们很多的都会区很需要停车场，包含我自己的选区就有停车场的一个需要，所以我在这边了哈。要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来讨论。如果说觉得这个文资馆的部分要做一个处理的话，那我是觉得说看是冻结多少，提专案报告，要让我们这些委员有质疑的地方能够有一个妥善的回应，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删这些钱我认为是不妥，因为如果我来讲桃园的不能删，我们张永昌讲新北的不能删，删其他的，那其他的也有其他的委员会出来讲话啊，所以你说要全部把它均衡删，那我想这停车场的品质也很重要啊，那你删了以后那钱不够怎么办呢？我在这边呼吁，如果可以的话，请我们交通部这边能够妥善做一个回应，谢谢。来，我这边提一下哈，这个我是觉得这样下去真的不好啦，其他县市的委员现在搞不好都在路上。好，台中也十二个案子啊，那我是不是要站起来？我可能要站到桌子上面去。好，更坚定的支持，对不对？所以我是建议不要去删，因为我相信，我也不认为说这个预算是多到腐烂，只是我想委员们关心的是有没有有效的运用。好，所以我还是回到我前面讲，是不是大家就冻结一层？好，来个专案，大家仔细审视一下你们的审定过程、审核过程是不是严谨？否则真的啦，招委这个会不能停哦，因为其他委员在路上哦。好，他只要晚到说哈，我没有机会表达，对不对？我是觉得预算审查不要变成大家在为自己的选区在做努力啊。好，我们应该是整体的从全民的利益来看这个事情。好。好，我们现在下面请交通部回答哈，我再次重申哈，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哪一些停车场现在话已经审定确定，只是款还没有拨下去，因为不晓得我们审查的结果会是如何，所以这里面如果删冻结，当然就我们依照解冻条件就解冻，如果我们删不管删多删少哈，不管多少，我刚刚讲到了，那然后之后交通部会怎么处理？是我们就拿掉一个停车场，或者是说我们就等比例的减工程款，好，按照比例减工程款，会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处理也告诉我们，好不好？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就是说做决定，好不好？请交通部做说明。我先说明一下哈，在过去那个所谓镇乡乡有停车场，那是直接补助乡镇，所以刚才所提说有五个哈，那这一次是由地方政府申请的，那然后里面就说第一个是这个人口稠密地区嘛，那另外是观光游憩地区，所以也没办法说，比如说我们也要跑到比如南投也这些地方去玩的这个停车场啊，那主要是说这一边我们都定了很详细，哦，刚才会员谈的，我们就非常详细了，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候完工，钱多少钱都编得非常的详细了。那当然，我是建议是说冻结，让我们来，比如说提个书面报告来说明，因为这个都是地方有很有共识，像几位委员都有争取，我们在过程都有争取的这个过程。我们没有争取。那台北市有三个嘞。台北市有八个区啊，你都没有。不，现在有三个停车场，现在有三个停车场啊。费委员意思是说台北市很有钱有基金呐，啊，那三亿不用吗？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嘛。这边台北有内湖、东湖，还有雲林国小附近的这个停车场有三个了，也是有。都是我们选区啊。哦，这样子啊。不用啊。大家，我是建议哈，别的选区立委也尊重他们一下了，就说是不是我们把它说明清楚，让大家看清楚这样。好，没关系，这个部分我们再来考量。冻结，然后我们来说明。所以，反对同意，反对。好，那反对。赖世宝委员。好，对，你提议要删，要删多少？一定要删，好不好？你要删，等没关系，你提，你要删多少？最少三个亿吧，37亿，三个亿有过分吗？你告诉我，有过分吗？有过分吗？请问？那
那台北山少一点是吧？不要不要挑拨了，他统筹去用。台北市比较有钱的、啊，台北旺。不好意思，那我们是不是三台北市的就好了，好不好？那算那算台北的就好了啦。好了，这边那因为刚刚你要这样子，不要讲这话。大家开玩笑，可以开玩笑哈。那我们第201案到206案的这个部分，我们并案三一亿，好不好？我们并案三一亿。没有啊，先台北的就好了。不可以这样讲。然后科目自行调整，好不好？比较好，我们三不分区的那里了。好，不要动钱。我也有不同意。不要动钱，不要动钱。三六三，不要动钱。太远。不动钱。他说三一点，好，就这样，可以。我有没有异议？不，我的要求很单纯啊，就不要动到新北啊。这个没。我每个案子都有去跑，每个案子都有去看。你自己问公路总局，那个审查的时候还特别代表地方意见跑去列席，然后去做报告说明的，我可是都有到啊，都有签名啊。好，我们江永昌委员已经表达这样的，还有那我也表达不能删我桃园的，表达要删，但是这个部分就删哪边的，我不知道、啊。交通部来，那要删他们台北的好了。好了，大家开玩笑归开玩笑了啊、哦，那个这个部分我们合并。然后三一亿，然后的科目自行调整，好不好？至于怎么样子，就是说的删减跟调整，由交通部做。尊重我们啊，做处理。对啊，你要尊重我跟江永昌委员啊，我们两个都主张不能删台北，也不新北跟桃园啊。啊，你如果觉得要删台北，我没有意见啊。那个主席啊，那个脏话也不能再删啊。赵伟这样子变大家在表态嘛。那台中十二个也都不能删啊，对不对？好了，都删真名中委员的人，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提议啦，真的冻结来做报告，大家来看一下啦。冻结报告。我跟你讲，冻结还不一定用得到。他还不到。工程结余款的都会超过5%，37亿的如果超过1亿，不是有时候那个款哦，那个太少花包不出去了，不是说多少的问题，不然你就这样，你就是说有50几个嘛，那你就删5000万，大概动100万而已嘛，对不对？你不是啦，你大概5000万啊，50个就大概100万，这样影响比较小啦，都大概这样子啊，不然大家都不要动，变成说大家都不要减，每个县市都不能减。请交通部一并考量，好不好？这样的刚刚市委员的意见，请一并考量在分配上面的处理跟调整，好不好？好，好，希望各位委员，我们下面的案子都可以这样的愉快的进行哈，但是速度拜托能够加快一点，好不好？谢谢。然后我们接下来207案到200嘛，啊，结论三一亿，我反对了，我反对。他说反对，我也反对。那这样没办法，那这样子，那这就说交付交院会。赖委员，你要退一点，好不好？不，刚刚休息之后来，那我也尊重啊。有些委员很专业，是说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删，结果我喊一个，你说34亿，我说喊反对，后来大家说不行了，不行了，有共识了。那现在我也很认真的提出，对不对？好，那我也很认真的在拜托，好不好？这个案交付协商，好不好？好，签了，你就我们再退一下，好了嘛，就过了嘛，5000万。还是几位那个曾太保三位委员，我们刚刚删了4亿了啦，吼，这个案子江永昌委员真的很认真呢、啊，他每个案子他就去看呢、欸，对啊，是不是就对啦？报告叫报，对啊，不要删呐，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子了哈，我们江委员，我们五千万。折中一下了哈，折中一下，好不好？这个好，好不好？江委员，我们删5000万，好不好？删5000万，然后科目自行调整。好，接下来我们处理第207案到211案，在提升道路品质的这个部分，请提案委员先有没有要先做说明的？徐有明委员、刘建国委员、费鸿泰委员、王昭顺委员、赖世宝委员，这总金额一共80亿7700万。我们这边讲是提升道路品质啊，好，而且我们看了很多是在美化、绿化，
好，当然我不是说绿化美化跟道路品质没关系，可是应该不是道路品质的重点。好，所以这部分我们才会觉得说，啊，这个预算有没有用到重点这边来哈？啊，所以我们这边是提议三，这边多少10亿哈？好，那改成1亿好。来，其他提有还有没有其他提案委员？等一下，我们先出提案委员做说明。赖文费委员有没有在做说明？你没有提案？我是那个黄昭顺啊，我来请教哈。你代表黄昭顺，你不是黄昭顺。我是黄昭顺，好不好？对对对，哎，黄昭顺附身了啊。他拜托我那个跟大家说明啊，哎，这八十亿啊，我要请那个公务总局，这坐在什么地方？而且很多是美化，那其实我是拜托大家哦，这个科目好好的审，因为其实我要跟各位报告，其实我们三位坐在这里，其实压力很大，2000多亿。昨天审到现在8亿，不值的。你差不多而已，不值的。昨天砍了连1%都不到啊！昨天8亿，那所以也希望说，在党里面也要该，而且这每一块钱都借来的。那我们从早上讲到现在，很多的文资管过去了，所以希望该砍还是要砍，好不好？谢谢。我来请教一下哈，那个慧慧，等一下，我因为到目前为止统计，我们已经34亿，好，总计的这个部分是14亿，好，来，慧慧，请来，那个我来请教一下啊，麻烦可不可以啊，请公路总局啊，给我们花一点时间说清楚，你这个80亿啊，是竞争型的呢，还是已经确定的是要去有细项了啊？麻烦你跟我们来做个说明。如果是竞争型的，你的是怎么分配？各个县市是怎么分配啊？麻烦你讲清楚给我们听，好吧？等一下，我们一起回答哈。然后市议方委员，这是一个工程的案子嘛，那有道路才会有绿化或景观嘛，所以工程它占的比例一定会比绿化或景观还要多很多，所以这时候公路总局就是要把这一些项目说得清楚一点，也让其他的委员能够很明了，因为工程的部分、道路的部分一定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它的金额是占比例的。以一般的工程的角度来看啊，好，那我们所谓的那个路评的部分了哈，刚才讲的是我看了一下，我现在不明白，就是说我们单位没有跟这些提案的委员跟他做详细的报告，要做哪些未来规划的那些，我看你们工程经费的统计表都有嘛，这些资料你都有给他们了吗？都有没有给？我觉得说你们这样就做不对了，就你们应该要好好的跟他们沟通，我个人是这么看。那我在这边也是要跟我们委员来报告，因为呢，我们我所在的地方了哈，我的选区都很偏乡，包含大园、观音、新屋、杨梅，这些都是乡村型的道路。有些道路我可以讲，应该有些大概超过20年没有做一个改善，所以很多的道路都是崎岖不平的。所以这种的城乡的一个公路系统的一个好不容易有这样子的经费，那我们这边是希望哈，需要很需要这样的经费。那我们这边不像有些都会区里面的道路是经常刨除家风的，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很久很久哦，有些甚至超过10年都没有家风过，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经费对我们这些乡村型的地方是非常的重要，也很需要。以上，可以让他们先回答一些问题，因为有一些最基本，好，这个道路指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道路什么样的状况，先让他们做一个说明。如果各位委员有提问，我们再来提问。好，等会如果有的话，第一个是赖世宝委员，好，来请部里面先做说明。
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原则上这个提升道路品质哦，这个最大的范围是使用在这各县市政府的县道啊、市道上哦。那所有的几乎补助的这个款的范围。工作内涵哦，除了刚才那个委员提到的这个美化以外，其实它分了有四个面向啊，一个是道路的养护整建，包含了路平啊、管线下地啦、啊，这个人行道设施的改善。那另外还有一个使用这个铺水透水性的铺面的一个设计，还有雨水渗透两边的这个边沟的一个处理哦，那还有一个是相关的一个灯杆啊、自行车道，那最后才会有跟这个美学啦，或者是绿化啦、景观为主啊。那其实真正要用到的，就是在一个县市政府它对于路平大家很关切，对民众最有感的那个路平上再做一个努力。那也顺便回答会委员，这里头我们有订相关的一个计划哦。那计划里头刚才市长在手头上有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核定了就是说在我们交通部通过的一个计划里头，大概已经有了这个166处哦，这其中包含了旗舰型的，就是比较旗舰型的整体大范围的在做处理的，这大概有13件，那也是属于竞争型，由各县市政府自己提出来。那另外就是刚才特别提到这几个要处理的这个项目的，我们有所谓政策辅导型，那就由各县市政府来提，那大概有153件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范围，原则上呢是因为这个案子的提出，各县市政府都非常的积极在争取了，所以我在这里是比较建议委员能够大力的支持。这个是80几亿的哈，87亿啊，各位长官，请问你破电马杆花几钱呢？沥青花多少钱？告诉我，沥青。你的意思？80亿里面有多少钱是利息？多少钱是放在这里的电马杆？我在。这个你叫什么电马杆吧？没有啦，这个没办法，这个统计啊，现阶段他没办法。对，不是，这不是，对，它是整个工程的改善里面，他会去做一些。你都讲不清楚哦。石玉芳委员应该去当交通部长，让引导靠在后，够老公，我听起来都讲得比你们好。他每一个事情呢、啊，他讲的都比你们清楚。赖伟，你选总统，我们都有机会做官的。来，这样子哦，我是列要砍20亿的，多少的地方首长跟我反映，他说只要破掉那个，绝对干掉，因为年度预算都人家列，地方政府年度预算都列了嘛。年度预算都列了，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不用再前瞻，对不对？不用再前瞻，这根本不是前瞻嘛，对不对？所以87亿，我跟你讲，你们总该砍一点吧。这么多钱，那个劲啊，效率个劲啊，对不？87亿讲一下吧，可以砍多少？我们现在就一些处理，刚秀明委员1.31亿，然后赖世宝委员，然后1.320亿。然后来我们交通部这个部分，好，这边很多哈、哦，刚才谈，你让他讲，好 ，OK， 上次这个刚惠宏大委所提的哈，每一项都已经在这里哈，每一项，哦，包括像新北有16项，大概3亿多，桃园有16项，4亿多，然后像。花莲有12项，5亿多。他们这样，我先，他配管。因为通过，因为不过。啊，他们现在在等我们这审过，他跟这个议会说，这个中央审过，他那边是他是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审过就会那个。对。啊，那跟刚才一样吗？啊，太多了，太多了。因为这个真的是补那个比较没有权去做这个铺面改善的县市，对。我跟各位报告了哦，我的办公室真的很用心啦，也跟你们公路总局那边都谈过了啦。基本上你们砍2亿是 OK 的啦，哎啦，砍2亿是 OK 的啦，2亿啊。
你们的报是跟我们讲两亿 OK 啦，那我们就两亿吧，赶紧的，赶紧的，那个紧的。委员是不是因为这是不是这个在地方上大概都，如果我有这样，87耶，是我87亿啊，81亿啊，81亿啊，81亿，是啦，委员可以的话给我们那个总数吧，要81过啊，这样很难讲下去，给我们1亿好不好？尾数砍嘛，把尾数砍掉嘛，81亿过，7700，不行，7700就是不要最少1亿的，最少要1亿。1亿，好不好？1亿来做出来。好，谢谢。好，207案到211案，我们一共，我们合并，减列1亿，科目自行调整。然后再下来，水环境建设于212案，由建国委员的提案。好，因为刘建国委员没来，他刚刚有跟我联络说，希望我代表他发言哈。他这个案子他是希望说能够冻结1/10改书面了。好，可以吗？好，可以。代表他，代表。好，冻1/10改书面，好不好？再来213案的决议。主决议可以，遵照办理。好，213案通过，214案遵照办理通过。好，再来，我们是铁道局及所属的这一个部分，轨道建设，一共229亿5267万2000。这里面第一个高铁台铁连接成网的这个部分没有提案，再来是。第一目第二节，台铁升级及改善东部服务，一共128亿8000多万。现在215万跟216万。第几页啊？215216。好，我们合并处理215216。请问提案委员有没有要做说明？东部哎。来，曾委员请。216万是编了168720万，那是办理轨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我想请教，这个计划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金额高达168720万？能不能说明一下？好，请先做说明。是我这边跟委员报。委员报告哈，这个轨研技术中心主要是办理轨道系统的技术的一些研发。轨道系统的技术研发，那另外对一些我们的产品检验还有验证服务，它的功能啊，主要是这个啊。另外对它的一些零配件，希望能够有一些升级，因为国内的轨道产业希望能够促进它的轨道产业的部分。谁来做？现在就是我们要成立这个验证中心，成立一个就是轨道技术研究中心，这里面就包括它的验证的服务。那是一个财团法人还是一个公司？财团法人。那他刚提到的那个委员关心的说，这个16亿主要是在花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目前这是刚成立的，所以我们后面要做他的试验的厂房，包括的行政大楼，这个都是在明年要进行来发包，还有一些仪器的购置，这样。那这个是台湾法人对不对？对，成立了没有？已经送到院了，对。我补充一下，过去我们的汽车有 KRTC， 就是那个测试中心嘛。是不是有一些标准，然后有一些这个车子的测试等等的都在那个做。那现在轨道就欠这一块。那因为我们现在推前瞻轨道计划，发觉有很多是国产化的项目，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标准定下来，就是它在供应的时候就要符合这个标准。那这样我们的相关的下轨道产业，他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做。说过去像验证都会找国外的啦，找国外来做，像劳氏他们来做这种验证。那这个部分就是希望说，把这一块包括从验证到这些产品的这些标准留在国内，由这样类似 KRTC 这种单位来处理这样。好，那我是那冻结一部分，你们可以冻结多少？1/5，那看他筹设的情况，那才全部同意你们来冻资。10%，然后冻结10%提书面报告，那看一下这样好不好？我认为这个不是书面报告哦，你成立的情况，你看你花了16亿8000多万，
要成立一个验证中心，那到底能不能发挥它该有的功能？我觉得这个不能用书面报告，好不好？到时候来做专案报告。但是就说现在在安排专案，相当的相当的辛苦哈。不会啦，只有冻结十分之一而已，而且只有十分之一。好，谢谢，就冻结十分之一。来，我那个，等一下先那个小美小五，是你要这个216先处理，我要针对215案。好，我们先处理216，因为他小，在他里面，我们待会再来决定了之后再来，就说处理215，好不好？是一方的国内哈，国内很难得有轨道技术研究暨认证中心这个计划。那我们的铁路哈，像台铁百年了，但是我们整个耗资的系统都掌控在外国人的手中。那为什么会掌控外国的手中？就是说，如果在台湾发展的话，可能只有一套系统，我们没有办法卖国外，所以会变成没有厂商要去开发。那既然是这样，成立这一个机构，你要让国内的轨道业永续发展，那你必须要让国内去发展这一块，你不是只有发展低阶的那一些，而是你要趁着这一次的前瞻建设，甚至你要编更多的钱。我们只有卖一套没关系，那一套就是 MIT， 我们不需要去卖美国，不需要卖日本，我们没有那么先进，也避免说类似普优马这一种系统，因为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所以你国内反而要去开发这一种系统，只有一套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去做这个件事情，我认为这是更重要的，不是在砍预算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你很难得已经去成立这个中心了。不是啊，欧一六，那还有东部，对，来，欧一六能够建那个这个部分的话，对吧？两千万，两千万，三。我跟你讲，你冻结，你们考虑一下，冻结不一定用得到，解不了冻，你们就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来，陈赖委员。我看这个铁道技术研究的暨验证中心计划，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边主要的计划的地点是在哪里？这个中心地点？拿麦克风，在燕巢哈，在告。用麦克风回答。在燕巢，就是在那个燕巢机场，就是我们高铁的燕巢机场那边有一块地。对，所以现在是正在规划当中吗？对。正在规划当中。是。那这个未来对于我们整个铁路的一个维修还有安全是有帮助的，因为上次普悠玛事件之后，我们大家都有一些乘客会担心自己的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会提升我们铁路的安全，让我们的乘客的安全有加倍的保障。是。所以这样子的部分，我是希望哈，如果是基于安全的理由，我本人主张是不要删的哈，因为我觉得应该有必要升级，让我们的乘客能够有安全的一个大众运输系统。好，所以216万的这个部分，三两千万，好不好？好，我们三两千万，好，谢谢。然后科目自行调整，好，再来215万的这个部分，萧美琴委员跟刘兆豪委员。好，因为这个215万现在提案委员徐玉仁、林维洲、吴志扬都好像都不在哈，但是我要特别在这边表达反对的意见。提案委员他们是主张要冻结60亿哦，那60亿呢是接近这一个预算项目的一半哦，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那其中主要就是南回铁路啊，支持啊哈，那我们这个案就是不通过哈，因为我想南回铁路的建设是非常重要哈，还有我们东部不是不通过了，是撤案了，好不好？不通过跟撤案不一样的哈。刘兆豪委员，赶过来让他讲一下。这个虽然撤案，还是要留下发言记录啦。我觉得这个会议很奇怪，都是北部的台北市的委员来表示意见，不知道我们这个东部人的辛苦。而且我还是，你虽然要撤案，我还是要表达一下，这里面这个提案，第一个这个金额60亿是非常庞大，第二个现在南回铁路电气化已经在施工当中了，第三个。这里面的提案的第三点说，如果
普悠玛调查事故完之后，还要经各委员会的同意，这个当然联席委员会同意，这个没问题，还要经过提案委员的同意才可以动支，那还得了？这提案委员变成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了，我们 再增加100亿的预算，好不好？可不可以？那公开驳回，可以啊，没办法，好吧？如果国民党你要出这100亿，我们就讨论了。不是，我知了啊，你每次提案我买在供啊，你每次这个虽然车案也要留下历史记录啊，看你们怎么样对待这个东部的居民，我觉得这个要留下历史记录啊，就像。像你们在这边发言留下历史记录一样，我跟萧美琴我也要留下历史记录啊，好不好？好了，那我也要，谢谢，我也要留下历史记录哈。那因为我们这边有桃园区铁路地下化哈，那希望这个已经等待很久了哈。那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我在这边特别要再次的声明哈。那铁路地下化就到我们平镇哈，没有到我的选区杨梅，所以我再次的提醒我们的交通部哈，未来哈要继续。那个延拟到我们桃园这样延伸的，那部长在这边给我答复一下啊。延伸就是那个市政府提过来，我们就会来审了。对对，好。那我们会请我们的桃园市政府赶快提出来。好，要留下历史记录。对，一定要留，一定要留，这很重要。好，肖委员在这边不放心。215案的215案的话，车案好。车案，我们接下来处理217案到219案，是铁路立体化及通勤提速，通勤提速，一共93亿。这里有黄昭顺委员、赖世宝委员跟徐永明委员的提案，提案委员要不要先做说明？徐委员请说明。我想我们关心还是这个执行率的问题了哈。那是建议哈，改成之前我们都会区这些捷运就是那时候是。冻结10%书面嘛，好，就219这个案子，好，那改冻结10%书面，好，可以啊，可以。来，赖委员，我的218并没有要砍，也没有冻结，就是希望交通部长跟这个跟新的台中市长去跟他 talk， 来，把结果跟我们讲，就这样而已，好不好？就这样而已，没有砍啊，也没有冻结，就是。你们就跟他讲一下。好，我们217到219案，好，这三案冻结10%，然后以219案为主，好，然后提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支。再来，我们都市推动捷运，现在220案，基隆轻轨捷运的规划费。一共7040万，提案委员赖世宝委员，我来请教一个问题。这个王代部长，我请教一下哈，像很多城市啊，这个捷运工程基本上我支持了，但轻轨会不会造成，就像以前的平交道再次出现？这个会对交通会不会有所冲击啊？举例像人家讲说淡水这边，哇，还有高雄，你轻轨一搞下来以后，我们好不容易铁路地下化以后解决了交通的平交道的这个瓶颈问题，你现在再创造了第二个交通道的这个瓶颈，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疑虑啊？我说一下，基隆轻轨不会，因为它是用台铁的路权，它是那个基隆火车站嘛，一直到。那个南港展览馆出来，就是他是利用台铁沿线的路线，不会。那刚才他那淡水有一半，那这个都是那个在地方政府他自己来看这样的规划，比如说会用平面，是觉得那个地方可能人比较冲击，像刚才讲的会有人所谈的路口的冲击比较少的部分哦，他们觉得那个地方可以用平面，但是如果比较冲击比较大，他一般会用高架来处理的，是。啊，但基隆这个是专有路权，这个是专有路权。基隆这个会不会延到？现在这样好，跟会员报告，这个我们跟柯市长刚讨论过，他本来是说南港展览馆站嘛，那现在他我们去开会，他同意先到南港展览馆站，要到南港站，他这一段他认为未来，所以现在先到南港展览馆站，南港展览馆主要是就跟我们南线跟还有内务线。中线做一个整合，就说从基隆这边就进入台北市的路网了，就进来这样。不会影响到地面的交通。不会，他出来以后就在那个南港公园呢，那个
就是那个世贸的对面那个南港公南什么公园？哦，南新公园，对不起，南新公园那出来这样。好，等一下，赖世宝委员，之后蔡志英委员，然后施一方委员。那个我只确定一件事，220万是不是基隆市政府？就现在讲这个7000万的，是不是基隆市政府的年度预算？不是，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等一下，赖委员，我们现在在处理220万。哦，220，220，220，对，就是基隆轻轨捷运的规划费。没有，这样，这个是10月20号哈，已经报行政院，就是可以通过。所以是中央的嘛，对啊，中央，这不是地方的，中央做。好，那我撤了，我撤了。那等一下，我让我讲完，我一并21就改成冻结5%，你们叫书面报告。等一下，那个蔡世应委员，蔡世应委员，嘿，我等一下，施一方委员之后，费鸿泰委员。我看到这个基隆轻轨特别赶过来哈，对一个基隆选出来的立法委员，我要说明一下，第一个这个案子虽然叫基隆轻轨，可是它事实上是通过三个县市了哈，基隆、新北跟台北啦。那说实话，这个整体的路权大概基隆大概就1/3，然后另外1/3在新北市，1/3在台北市哈。那这个对于大台北地区的东区的整个门户的延伸，它事实上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交通部其实有可行性研究已经完成了嘛哈，这个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哈，就是说它的经济效益是可以肯定而且是正数的哈，它的财务分析自偿率10.34，那如果再加上其他，甚至可以高达17.87哈，甚至是所有的相关的轨道运输里面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建设了哈。那所以我刚才原来看到我们赖委员、费委员跟这么把他。要把它删除，其实我是蛮紧张的。不过还好，我们三位委员哦，有表达说愿意把这个案子撤案哦。那我也希望这案子能够支持，因为根据我的了解，在交通部跟台北市的沟通里面，台北市对这个案子也是支持的，新北市也是支持，而且新北市希望还可以增加新的场站。那基隆的部分也是对这案子大力的支持哦。所以我觉得在三个地方政府都支持的前提之下，交通部也愿意来做这样的配合，而可行性研究也已经完成了。我只要求说，我们的交通部在这个部分的进度能够如期如职，不要延宕哈。那另外就是，我还是要拜托我们国民党的委员，就是说，其实大台北地区哈，这个国民党的很多立委对这个案子也是很支持的。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当成大台北生活圈一起来看待，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案子哈。那还是非常高兴我们委员把它撤案。那我们希望这个案子能够继续来推动。好，谢谢。好，谢谢施一方委员。那个我要提醒交通部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轨道建设的种类很多，有捷运啊、轻轨等等，那尤其是轻轨的样态很多样，那在这个时候交通部有责任也有这个义务，要把那一个动力的部分最好是规划一元化，不然你这个城市有这个系统，那个城市有那个系统，你以后维护的方便性、快速性，你交通部有责任必须要做这个，这个是我很善意的提醒。好，费鸿泰委员，这个非常同意啊，刚才施一方委员的讲法，否则日后的维修成本也是一个慎重的成本的考量啊。我再请教一下，因为我记得当时这个李彦秀委员不在啊，他是南港内湖选区的委员哈。你说是从汐止那边怎么进到南港？可不可以给我讲清楚？会不会你说最后的终点站是在什么公园？南青啊，就是在你用这个麦克风讲了，就是在那个研究院路跟那南港路，那不是有个三角公园吗？你说研究院路，研究院路的交叉，跟南港路那边有研究院路、南港路哦，那边那公园很小啊。对，但是因为他现在目前规划，我们是在规划旁边就占用它过大。确定不会影响到平面的交通。不会。因为那边那个研究院路，有的时候就到忠孝东路研究院那段，有时候很塞车哦。对，我们没有超过那个研究院路，目前规划是在前面，没有跨过研究院路。刚才公园就停了。对那个什么噪音也都不会有问题。不会，应该这个应该到时候我们在，因为现在是可行性嘛，后面规划设计。确定啊，我有建议啊，像这种事情一定要经过选区委员的同意。举例，你要经过的是汐止黄国昌委员，他要指导哦。
然后你进入到南港，李彦秀委员要知道，免得到时候那些委员被居民抗议的话，那好不好？这个做这个我没有意见，我也支持哈，但是必须得考量到不要影响到交通，没有居民的噪音的这样子的问题，好吗？好，220案撤案。好，主要费委员讲的是说地方多做一些说明会了，让大家知道说它的环境影响是怎样。然后汐止跟南港都做好。好，接下来我们处理交通部最后一案哈，221案跟222案，中南部观光铁路业务费5500万。好 ，OK， 好，同意。好，这个来徐永明委员。我们建议改，就是还是跟前面的一样哈，冻结10%书面报告，主要我们还是担心这个执行率的问题了。好，好，我跟前面几个轨道的案子一样。我这边受这个屏东的立委哈所托啦，就刚刚大家看到庄委员哈，好激动哦，就是说我也是来自屏东，哈。其实屏东的哈这些基础设施真的都不足，这个恒春观光哈，其实像沿路这样看哈，其实真的是对屏东的这些观光带动非常多。我还是期待就各位委员多帮忙啦，我们来自屏东这个穷乡僻壤哈乡下，能够尽量也是啊，能够冻结是能够不要冻结是最好的啦，然后来大力支持一下我们中南部的观光。好，那支持了哈，那我们就感谢，谢谢。那个赖世宝可以吗？好不好？好，请他们再交书面报告，那我们就不要再冻结了，好不好？好，我们221案、222案的这个部分就撤案，但是还是请交通部提供书面报告。好，好，我们接下来只有两案。好，原子能委员会，原委会两案处理完之后，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来，请原子能委员会。第九款，223、224。知道哈，就他们知道了。好，请原子会尽快就座。好，谢谢。来，我们223案跟224案，好，谢谢。这里面是核能研究所的这个部分，有关于前瞻技术验证及健全绿色金融机制，总经费一共2亿。好，能不能请原能会说明这2亿的提到是要做这个前瞻技术验证及健全绿色金融机制，主要是做什么内容？好，我们请这个核研所所长。基本上我们是讲在前瞻技术这一块，因为现在整个那个政府将来是再生能源会大量的运作嘛哈，那将来呢？再生能源一定是有一个微电网的技术，那所里面目前是有建立一个微电网技术，那以后呢一定是很多不同的微电网之间要互相连接，可以接受台电的调度，那目前所里面是唯一建立有这样子的技术可以接受台电调度。那我们108年开始呢，就要开始呢第一个再生能源技术的这个开发了哈，另外一个就是整个控制的技术，还有跟台电连接的技术，所以跟金融制度那边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再生能源电网的前瞻的研究。OK， 好，那本来是要冻结文字一嘛，好吧，先算了，这一件就撤案好了。好，谢谢委员，谢谢。好，我们223案跟224案撤案。好，好。好，谢谢委员支持。好，谢谢，我们休息十分钟。
车 ，OK， 好了。然后一条路，不是，你说早上那个我哪是？我讲得很清楚啊。对对对，我没有哎，我都要帮忙大家，但不能你们省完，你台北笑嘻嘻，桃园笑嘻嘻，台中笑嘻嘻，高雄笑嘻嘻，我都被你们全部砍光光。有啊，你讲的是对的，所以我发现说你现在很帮我生气了，不要找他们看到，然后每次开始。我就、哦、我那是讲道理啊，是，但是你也很凶啊。啊，对呀、啊。好了，跟你开玩笑的。这样对。
的是配合地方政府做淹水的部分，淹水这样子，对。他们做渠排的部分，我们做农业排水，对，农业排水，农业排水，对对对对对，水利会的，水利会的，政府做给水利会，在水利会跟灌溉区内，做排水排水，就是这个是农水处的部分，那另外水环境处还有一部分在渔业署，在渔业署是做渔港环境的，渔港环境的改善。这个问题，渔港因为有人部，那就渔业署，渔署又是渔署，我们在全学那个有没有桃园地区的渔港的改善？芦苇有，哎，我查一下，啊，水环境那边。我们继续协商。好，接下来农委会主管第十款的部分，我们先进行水环境建设，从225案到228案。好，那这个部分225案是王玉明委员的这个部分。好，我们先进行26案到这个部分保留。好。因为它的这个部分是整个第一幕的冻结案，那下面还有第一节、第二节，所以我们在225案文委员的这个部分，我们一例先做保留，我们先处理226案、227案跟228案水域安全的这个部分，总经费总预算是20亿，好，有刘建国委员、曾明忠委员。还有赖世宝委员的提案，好，那个提案委员有没有说明？好，来费委员再说明。这个赖委员跟我讲啊，农委会也有跟他们去协商了哈，在228案这里面呢、啊，这个19亿7400万这个部分，他们可以同意删减6000万吧？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意思？啊，我们也是，当然跟委员报告。我们那天有跟主任跟这个委员这边办公室做一个说明，那当时这个委员办公室有做这样的建议，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尽量争取。那在这边这个是当时是办公室建议，你来赶快给我争取，你可以同意删多少？是这个我们请那个我们业务单位来说明一下好吗？是，我请尽快，好不好？好，跟我们做个说明，其实这个是配合经济部的一淹水计划哈，针对农田排水的部分来做处理，所以这个计划大致上都已经去现场会勘完了。我是希望这是解决地方淹水，就是农田淹水问题。我们也不多讲了哈，这个赖委员不知道，我就帮他做主了，删减3000万了。
可不可以啊？好，这样这个等一下，那个陈赖委员，好，那庄委员先。谢谢。那个主席，还有我最敬爱的惠荣泰委员哈，这个拜托，这个真正拜托，这个龙他是有内心的敬爱哦。哦，我真正有够，我全部立法委员，我想钦佩、想佩服的惠荣泰委员啊，因为这个哈，这龙水路这個、拜托了。我那我没有没有，我们那个农业县哦。大家，我记得大家在审的时候，尤其上一次啊，那个水利法的部分打回工啊，你有些灌区非灌区的问题，啊，你这龙水路这里、個、哦，这里、個、拜托了。我那你在审预算，我也别当伊讲，其实我很想痛骂农委会，就是讲你的钱啊，给他变这少，那你变出来，我也别当要求伊增加，所以拜托啦，这里卖个台了，拜托了，我那真正拢总无啦，你无你嘛看我遐艰苦，对不对？好，这里、個、拜托，这里、個、拜托嘿。我跟，那我想哈，我跟庄瑞泉委员哈有一样的看法，因为刚刚听到是针对我们这边属于农水路的啊，还有易淹水的哈。其实，在我的选区里面哈，四个农会，两个水利会，几乎我们都是以农业大镇的哈，所以在这边真的很需要农民这些朋友是需要这些经费来照顾他们，所以在这边可不可以拜托手下留情呢、啊、哈，让我们这些需要农民朋友的需要哈、你要发自内心对我，谢谢你的大恩大德，现在发过了今天就不好了，好，代替农友，谢谢你，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委员，这样的我们平225案哈，我们225到228案的这个部分车案。再下来是229案，我们这里面精进灌溉节水管理推广建制计划，一共2亿500万，曾明忠委员提案。我建议了哈，这个曾委员也没有说要删了哈，我建议就冻结1/10，提书面报告，好不好？是，好，同意，谢谢。冻结1/10，提书面报告。谢谢。再来，请林务局的这个部分230案。跟主席跟各位委员报告，林务局这个部分是针对、也一样了，冻结1/10，提书面报告了，好吧？好，是尊重，是。好，我们230案冻结1/10，然后提书面报告。冻结多一点好了，来。林务局那么难搞。没啦，再来，我们再来跟委员报告，再来跟委员报告，谢谢。好，再来231案。啊，国有林地崩塌处理，还有防鲨鱼应急工程，一共是10亿08千万。好，我们我帮赖委员建议了，这个还是比较啊，动1/10啊，这个我们就不删除了，好吧？动1/10，然后书面报告。是，我们尊重委员，是，谢谢。好，231案动1/10，改提书面报告。是，谢谢。再来，水土保持局232案到234案，水环境建设、水域发展的这个部分，好，一共是25亿4千万。这个231啊，231、232到234，好吧，我们都冻结1/10，提书面报告。拜托拜托，那个委员，那个他那个都编太少，五分之一了，冻五分之啊，不冻，冻不是五分之一了，冻5%了，5%了，5%书面报告了啊，5%。哪一个要冻委员？哪一个？水保局的全部差很多。不不不，报告委员，冻十 OK 啊，冻十分之一啊，冻十分之一跟冻5%根本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好吧？那冻9.9%，那个报告委员是这样子哈，这个是这个。等一下，那个徐永明委员，这边提一下哈，233这边有抽换哈，有个更正版哈。那我想，搞路委员这边比较关心的是大五仑工业区的这个治理的一些分工的问题，还有成效的问题啦。那个我们用更正版，好不好？好，那个更正版是不是一样？对，更正版之前有给吗？是那个发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我把它讲完了哈。好，所以我也支持说前面谈的冻结，然后交报告，可是希望报告内容能针对这他所提的做一些琢磨讨论。是，好，是，来，是
这个跟委员报告，有关于高路以右委员所提这部分呢，我们到他办公室跟他报告过了哈。对，那他也谅解了，嘿，这部分。我的意思说，书面报告里面再把它放进去，好不好？是，这不是不不要冻结，我们这样跟他讲报告。书面报告，我这个跟其他委员一致啊，对，是。那个报告委员啊，现在是这样子，这个232到234这三个案子本身都是坐在水库集水区的里面，哈，那么主要是做事是做水库里面的在水土保持工作，哈，它的目前我们的执行率，今年做235件，里面已经211件，很啰嗦哎，已经完成，请不要讲，你实在是很啰嗦哎，我让你做一个书面报告，你两天就写完了，你还有在啰嗦什么东西呢？不要好了。所以冻结10%，好，这样子降低要求都不可以哦。是，我们尊重，可是跟委员会报告一下，对不起，我们可不可以因为这里面那个主管机关的文字修正不是水利署，是水土保持局。好，有了那个有跟正 okay, 有跟正，好好好，是谢谢谢谢。我们第232案、233案、234案合并。好，那好，你先讲完。我们先处理完，好不好？冻结10%，然后提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之，我们以233案为主。是啊、好。好，233案的更正版，好不好？好。那我对于刚刚的陈赖委员冻结案没有意见。我想问的就是说，里面有水土保持设备及投资，有全国水库集水区崩塌地处理嘛？哈，我想问一下，是哪几个那个水库的部分？有我们13个门吗？不是，有全国的话，总共96座。那这个主要是做前面的40座，像重要水库里面的。重要水库里面有包含我们桃园的，有，因为我们桃园的石门水库那个淤积很严重，是有啊，常常会没有水，是有包括。有哈，有包含哈，那个钱是多少钱？我们石门水库这边的。主要是说它这个崩塌率的关系了哈，大概原则上我们大概如果是这样分配，大概是大概不到1亿啦，哎，不到1亿那么少、啊，因为它总共20几亿而已嘛，3亿吗？3亿，对不对？3亿，三亿哈。好，这个部分细节再跟陈赖委员做说明，好吧？是，我们再接下来235案，好，是水与环境的这一个部分的奖补助费。总计是9亿3000万。报告委员会，我们之前有跟赖委员这边有报告过，那是不是可以就我们刚刚跟委员办公室协商的部分，算多少？是，那个是林副这边再做一个说明好吗？我这边赖委员跟我讲说，你们同意39000万吗？没有，9亿3000万，你们同意10分之1吧？是不是这样的？没有没有，跟各位委员报告，我想这个、不要因为赖委员不在，你就说来骗我。你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赖委员写的是你是答应他39000万的哦。没有，我这边有一张。跟赖委员的协商的结果就是说，冻结原来的2亿这边冻结，然后在108年6月30号前哈、完成发包的话，好、那可以这样子了，15件以上的话，可以来做解冻。不然我本人我不太愿意去这个三年预算，但是你跟赖委员讲好了就要去履行，这样子我帮他打一个折，3-2000万，好不好？好，我想等一下，于委员先。我记得我们哈财委会其实之前有去考察过渔港啊，那其实我发现就是说这个渔港的老旧问题真的非常的严重。那我看他们这个计划里面哈，其实遍及全台湾，有新北市，有新竹市，有苗栗县，有桃园市，有金门，有高雄哈，台南啊，宜兰啊，哈，这遍布全台湾哈。所以我觉得尽管我们三的，就是可能对。费委员讲说三的预算不是很多，但我觉得其实能够多帮忙渔港啊，辛苦的渔民啊，这些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尽力。这个是你们最后给他写的，对不对？是，就是说在108年6月20号以前啊、完成的呢，那就完成签约15件以上，那就专案报告，并以这个解冻。换句话说是要冻结10分之1，对不对？
两亿啦，好，中间两亿，对，好了，那是不是可以？实在很奇怪哦，三两千万就好了啦，不是不是，全部是九亿，我要冻结十分之一。是九千多万，你要冻结两亿，妈我也没意见了嘛，是，好不好？我们尊重委员刚刚建议的方案好吗？这样子来，这样子，按照赖委员写的了，好不好？好，按照赖委员写的来。我这边有点意见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不删你了，但是你在六月，明年六月二十二以前，一定要签约十五件，好不好？是，那就。不冻结十分之一了，你冻结两亿是超过20%了啊，好不好？是，谢谢。所以现在最后是结果是怎样？所以他的意思到底是就是冻结十分之一，但是，他各位听了，明年六月二十号以前，他只要签约超过十五件，对，这个冻结自动解除，是，好不好？好，那要加油啊，因为我看到也有我们竹围渔港临水环境改善计划，我看绝标里面绝标后补助款是多少钱？1.7亿，1.77亿。哦，1.77亿哈，那这个是什么时候可以做？现在在进行中了，进行中啊。那如果要删，不能删我这一个啊。好，细节没有删啊。好，细节再跟陈赖委员做说明，好不好？他就不要删了。了解。好，好，我们冻结十分之一，然后明年六月二十号以前，然后签约十五件以上，超过十五件，我们就自动解除冻结。是，好，谢谢。没有。来，再来。这个解冻有问题，这样的条件下去，因为解冻的话要院会交付，然后才能够就说做。这个太复杂了，好吧？太复杂，还是冻结十分之一。然后提这个六月二十号以前提书面。好，这样我们限定一个时间了。六月二十号以前提书面。报告是，好，这样 OK， 我们就照以上的决议宣告，剩下就是比着大家的互信啊，是这个不要到时候你再来耍赖，我们全力耍赖，明年还会审到你们的预算嘛啊，好是，好提书面报告，好六月二十号以前再来，那我们里农粮署及所属这一个数位建设的部分236万，好治安基础建设。总经费是3000万，将启程委员的提案。来，好，这案我们撤案。是，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进行第十一款卫生福利部。谢谢各位委员，谢谢主席，谢谢。好。龙水路我跟你一样，对不对？对啊。来，谢谢各位委员照顾农民，谢谢。要不要停下来等？他为服务你的外特别谢谢委员，谢谢。来，我们卫生福利部一共是74亿5100余万元，然后再来第237案，他那个楼下卫福部，那个卫环委员会，对，是次长，薛次长，对。然后再来我们237案，好，一共柯震委员啊，柯震委员也不要讲啊，237案是他的提案嘛哈。这个柯震委员，这个全部的预算呢是16亿啊，冻结一个1亿，但是你们有没有去跟柯委员去做说明报告？可是他跟我讲说他拜托我帮他冻结，换句话说，你们没有跟他讲哦，有吗？来，用麦克风。报告委员，那到今天的早上为止，都一直有跟委员办公室来沟通。原则上，我们初步得到讯息，委员那边初步要告诉我们，原则上可以。好，我跟你讲，这样子啊，明天你们市长你要带队。
到科委员办公室去跟他报告，好吧哈？大家本着诚信，我们就不冻结了啊！你明天一定要去，反正如果你们不去的话，我们到院会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反过来处理的，好吗？好 ，OK。好，我们第237案撤案，然后这里再来239案。那个，这是总二三，等一下，因为238、239比较大，好，所以费员这个我们先暂时保留，看后面好不好？因为你这是整个卫福部的这一个部分，39亿，你冻结20%，好，我们先从下面细的这个部分开始进行，好，从238、240、241、242、243案，啊，有关于。城乡建设的公共服务据点准备，总金额一共36亿7196万2000。这里有林维洲委员、王玉明委员、曾明忠委员、徐永明委员跟赖世宝委员的提案。还徐永明委员，谢主席哈。我想这边搞路委员比较关心的是，你们目标值本来是85件，可是你们现在只有49件，那到底能不能达成你们原本的目标？那第二个是原住民离岛跟偏乡地区的这个服务能量的问题，所以我们改冻结10%，好交报告，好不好？现在是从237到243。对，这样子哈，243案呢，这个赖委员，这个。跟你们讲，是全部的预算是32亿嘛，对不对？32亿，没有两亿，2亿3000万。啊？赖委员的提案这一项243，2亿3000万，2亿3000万。你们跟他协调是3500万嘛？是不是？3500万，好吧，那就3500万好了，好吧。来，243案怎么样？243案，回答一下。3500万，好，然后再来，另外公共服务据点准备冻结，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第238案、240案、241案、242案跟243案，242案的这一个部分，我们冻结1/10，改提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之，然后第243案。3500万，好不好？好，谢谢主席。就这两个，243案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科目自行调整？3500万，有3500万吗？对啊，科目让五百万，科目自行调整。科目自行调整，可以。238、240、241，好，238、240、241案都并到242案。好，再来我们处理数位建设。的这个部分一共2亿8000万，其中244案是治安基础建设，有关于卫福部资料中心的设置整体计划，一共1亿8000万。曾明忠委员按冻结2000万，就冻结2000万，提书面报告，好吧？好，我们第244案冻结2000万，提书面报告。再来245案跟246案，有关于宽频人权的部分，是偏乡卫生所跟巡回医疗点网路品质计划，有林卫洲委员提案跟曾明忠委员提案。这个就冻1/10书面报告，可以吧？啊。好，我们两案并案冻结1/10，提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之。我们以246案为主。再来食药署，好，第247，等一下。好，第247案是食品安全建设的这个部分，好，也动1/10书面报告，好吧？
不行，它是总的，它一动下面的案子，通通都不要处理。我们要先处理下面248跟253，248、253是同样一幕。248到253。对，248、253这两个提案，然后一共是1亿。搞入引用委员的提案是全三，然后。等一下，他的第二案为什么还有冻结五分之一？可以一起谈吗？因为他是这三项说明的三项合动。好，我那个主席不好意思，现在是要讨论第248案吗？对，248案还有253案，我先处理248案好吗？248案好，因为当初哦在写这个提案的时候。提案的委员是怀疑他们有重复编列，那后来食药署的同仁他们有来说明各自的守备范围没有重复编列的问题，所以248就撤案。好，248案撤案，再来253案。253案、比较大的问题是说他们到目前为止的执行率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那因为就这个部分啊，就去强化有关于中央食安检验的量能，这个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那问题是说，实际上面我们在食安的管控上，消费者大家的感受是，我们的政府好像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的预算，要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在实际生活的现实面里面的感受。落差非常的大，那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就他们在执行效能的这个部分，那希望就他们能够提出一个检讨报告，那因此冻结部分这个提案的缘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针对？所以就是说您刚刚讲，好，因为说明二的这个部分是跟248的提案是相同的，那另外刚刚讲食安检验的量能的这个部分，在说明四的这个部分也没有问题，所以针对说明三的这个部分，强化卫生单位食安稽查及检验能量这个部分，一共1亿8600万的这个部分，好，那有没有说明？是食药署是不是在说明？是食药署报告啊。那这个在2017年，刚委员提到执行率的部分，截至上个月底截止都达到90%以上了，所以执行率是没有问题的啊。恳请委员支持。那另外委员提到的这个人民感受的部分，我们会再去加强宣导，就是给地方足够的这个量能来做检测哈，还有中央的设备也够的话，我们这一块会努力来把关。我在讲哈，就是你们要去宣导要怎么样，我从来没反对过，但是我要再告诉你们的是，消费者感受的落差很大，就连最近我已经2次咨询，刚刚才咨询上来苹果西打的事情，连一个苹果西打都管不好，62万箱流到市面，现在才回收8万箱。刚刚我问部长说还有53万箱有问题的苹果西达在哪里，不知道是被喝到肚子里了，还是没有回收下架确实，然后最近还验出有霉菌有酵母菌，喝苹果西达有助于排便，就是我是真的很老实，因为我自己接到的抱怨太多了，大家对这件事情需要的不是只有你们去宣导，需要的是看到你们有强力的作为出来。我刚刚所讲的那个离谱的事情，虽然是地方政府裁罚的，但是300多万瓶流到市面里面，200多万瓶还没有回收，不晓得到哪里去。好，结果现在裁罚那个饮料厂商新台币220万，大家都觉得是笑话，根本不痛。好，不痒啊！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冻结十分之一，然后提要书面报告还是要专案报告？专案吧，书面好不好？好，冻结十分之一，专案报告，然后冻结在说明三的这个部分是1亿8600万的这个部分。好，问题调查出来。来，问题冻结书面报告。再来是
249案到252案有关现代化食品药物国家级实验大楼，一共是1亿3700万。249案是吧？对，249到225案，有252。有林维洲、徐永明、江启臣跟曾明忠委员的提案。哎，这样好不好？这本党的三位委员的部分啊，通通冻结1/4书面报告，可不可以？好，徐委员，谢谢，可以吗？好，我们冻结1/10提书面报告之后，这使得动之，以第一个吧，好不好？我们以林维洲委员的249案为主，然后再来国民健康署。哎，停！哎，我的250案没了，就刚刚在徐永明委员的250案呢。他坚持要那个专案呢、啊，不是刚刚问书，刚刚讲书面了。没有啦，他要专案呐。不，刚刚对徐永明的。没有关系啦，永明刚讲过的话我都会尊重，但是我只是要搞清楚现在发生的状态是什么。现在是说，刚刚是249案到252案，一共4案，全部并起来处理，对，然后动1/10就对。对，因为通通都是在十二大楼，是不是可以容许我哈、哦，直接问一个问题？你们会后书面回复我没关系哈、哦，就是说。你们这个十三大楼的事情，我从一开始编前瞻我就一直在盯。那包括了南港科技园区的那栋大楼，你们一开始跟我讲说有个什么单位跟药品有关系，一定要让他们入住。我从私事去追，从本来的设计从私事变干事，结果他们要去，结果搞了半天他们又没去，变成食药署其他的人进去。那现在有关于食安大楼这件事情，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问题的核心是说，我从国发会那边去要资料，国发会那边去要资料说，对于你们那个食安大楼里面内部的规划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一直发函问卫福部，结果根本没具体的内容。那没有具体的内容，国发会要把关啊，但国发会也没把关。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过了，后我就问国发会，说整个前瞻你们国发会要把关啊，你们问的问题，卫福部食药署连个答案都不提出来，然后也没有按照在可行性的报告完了以后去修改计划的内容，然后你们就这样让它过了。结果我从国发会承办人员那边得到的消息是说，啊，上面的意思就是要让它过、啊。那国发会的整个控管不是形同虚设吗？好，这一黄委员的问题，我们用书面回复，好不好？刚刚黄委员要求以书面回复。好。不好意思，我这边有个疑问想请问哈，因为现在食安我们大家都很重视，那这个国家级的实验大楼到底在哪里？可以了哈，那我吃完的话跟委员报告，就在我们食药署现在的大楼的后面，有一个一起的我们的园区里面。南港的。对。哦，所以现在正在规划。南港卫福部是那个已经地点选定完成。选定完成哈。是。哦，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国。239是整个卫福部，对吧？所以卫福部还没完，要等卫福完。那个254。好，我们先处理247案林维洲委员的提案，是不是并案处理？好不好？就247案，因为它整个针对食品安全建设的这一幕的这个部分，我们刚处理。嗨。就是冻结1/10，哎，好不好？并案，我们并249案，好不好？好，谢谢。我们再来，国建署的公共服务据点准备，有关长照 ABC 据点，一共7亿7000万。第254案到257案。有徐永明、王玉敏、曾明忠跟江启臣委员的提案。来，徐委员，我想这个还是执行率的问题了哈。
比如说各县市报107，核定94，可是实际补助的金额多少？就说执行率是不是真的有做到啊？那我们改冻结十分之一交报告啊。好，那个会委员。好，我们的比照好，通通冻十分之一书面报告。Okay, 好，我们245、255，对不起，255、254、255、256、257这四案并案冻结10%，然后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好，谢谢。然后，好，以254为主，然后再来是社家署258案到262案，一共5案，好。然后都是公共服务据点准备的这个部分。好，这个这样我就直接讲261案啊，261案，这个总共的预算就是奖励的部分有5亿多哈，你们跟赖委都讲过了哈，删除一千万嘛，删一千万。好，来徐永明委员，258这边一样是执行率嘛哈，你们。这个是建筑的补强，哦，执行率到11.11%而已，好，哦，预算数7亿，实现数才8000多，好，哦，所以我们是冻结10%交报告。好，再来这样子哈，我们261案，哇，吴义群委员。不好意思啊，社家署这边的预算，这边看起来执行率低哦，那应该是在7月份的资料了哈。以目前来讲，应该发包大概75%了啦哈，大概地方都已经陆续发包，因为这都是工程哦，所以时间会拉晚，因为有时候钱也不太够哈，啊，每次要发包都没有人来包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预算如果动啊或删，都会影响后续执行的一个状态啦，所以确定动十分之一不会影响我们的执行。我们是希望说看委员可不可以动的比较少一点，因为这个有一点延续性啦，那是不是也可以跟委员办公室这边再协调？委员这边百分之五嘞，动5%嘞？5%书面好吗？对啊，书面啊，好，可以吗？好，来，我们做如下的处理：258、259、260案这3案，我们冻结一共6,727,289,800元，冻结十分之一，然后冻结5%，那然后交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然后第261案，减列1000万。258到260。好，再接下来259、260以258案为主，然后262也并入258案。好，再来，我们少子化友善育儿空间建设，先跟委员报告一下，就科目可不可以删除的部分，科目自己。讲补助费，科目是261案，科目自行调整。261案。减列1000万，科目自行调整。再来，我们263案到266案这4案，好，是友善育儿空间建设，一共14,8450万。263到266哈。我来，我们就直接做决定了。我266哈。动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好吧？那个263也并进去好了。好，我们这4案263到266案冻结11%，然后改交书面报告。可不可以一样拜托一下哈？因为这个其实中央已经90%左右执行都包今年的啦，90%直接讲答案好了，直接对啦，要干嘛？就刚比照刚刚的，是不是动5%啦？好，动5%，动5%，拜托，好。好，这个有委员帮你们讲话，我们就支持了哈。好，我们这4案好冻结5%，然后交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支，我们以265案为主。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最前面的239。然后我们回头来处理239案，那个是好，是不是？好，也动5%啊，书面报告，好吧？这不行，那个是全部啊，你这整个刚刚除了那个以外。好，撤案。好，谢谢。好，这好，239案撤案。我们接下来进行环保署。好，谢谢，谢谢各位，我们可以，谢谢。好，谢谢，我们已经收到你的谢意，不用一一招呼。我们下面进行环保署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是他来。好，请环保署就座。现在地方的申请案哈，那个实施已经超过16年，他申请资料补给我们。对，267。因为怕地方他现在生多招少。来，我们进行267案，徐委员，你这整个针对环保署的，我们一律三，你先做保留，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处理268、269跟。270案，那个269270同样一个，撤掉一个，好吧，好吧，撤掉，撤掉，撤270案，撤270案，好，来，在水环境，水与环境的这个部分，一共这个根据赖世保委员跟你们的协商，对不对啊？2692啊，总共是4亿的部分。你们同意删除1亿嘛？对不对？40亿，是啊，40亿删除1亿，2.5%。OK。各位委员报告，因为同仁有对、啊，是你们答应人家的，是就不要说。我晓得，好不好？我晓得，因为同仁有跟我报告，因为那天协商答应这个案子啊，以后下面就很快了，好吧？可不可以答应人家就不要算？是我知道，我不敢。赖委员不在，是。他，你想只要答应的，我们就不需要动了。40亿，剩下很多问题就很快了。好，震动了，来，震动。需要要发言吗？那个1亿会不会有影响啊？你们的评估是什么样子啊？啊，就说刚才讲1亿这个预算对你们影响如何？可执行吗？这个我报告一下了哈，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因为现在招标很困难呐。那我们有的案子已经上网7次了，上网3次以后调了预算，再上网1次，再上网，所以现在因为像钢筋啊，我们到南部去钢筋21000降到26000，所以这个如果再删的话，真的那个预算是比较困难的。那、如果5000呢？5000可接受吗？哎，好，来，好，5000。来，我们第268269案并案删除1亿。然后科目自行调整。对，刚刚委员说是不是可以删5000呢？因为真的是因为发坚持，否则我每个案子都。好，接下来我们处理第271到273。刚那个科目自己调整吗？对，好，科目自行调整，这个好商量，好吧？那个270就没有了嘛哈，271不是我们的，271是时代力量的这个。好 ，OK， 271这边哈是想询问一下，你们本来是预计要设2000个空气品质的感测器，100个水质的感测器哈。我想这些资讯公开，其实对民众大家都现在蛮关心的。你们建置的进度怎样？因为我们现在手上拿资料好像进度有点缓慢，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改冻结10%，然后交报告。我们想知道你们进度哈，希望能。加速一些，还有未来资讯的公布，是不是有一定的管道在处理？是，我想跟委员报告，这个目前来讲，因为是调查资料是7月底，其实那时候正在建制当中，目前已经有3200个都已经完成，而且在网络上现在民众都可以直接上网查询到。我们上个月记者会召开的时候，也对公众就是讲说你在哪里可以查到这个资料。OK， 那如果你们进度有做到，那我们这边撤案，好。我请教一下，你说空气品质那么多个点哈，那什么地方的空气品质是差的？跟委员报告，目前
空气品质是跟天气有关系啊。通常像东北风吹的时候，中南部会比较差；南风一吹的时候，北部会比较差。这个真的是我们地形跟天候条件会影响到。那你这个点怎么放？目前我们有花莲不用放很多吧？目前我们有四个布设的这个设计，第一个就是工业区优先。那我们今年呢，根据这个空气盒子已经抓到12家偷牌的，那个都有案可查，而新闻也都有披露。好，那另外第二个就是工业区附近的住宅区，第三个就是道路，主要道路。那另外最后第四种就是在没有设站的地方我们要补充的，所以像花莲那个是比较优先顺序是比较后面的，那个不会优先。去做空气啊、还有这个健康的问题，民众最关切哈。我是希望你们加强空气污染最多的是台中、高雄，这个都很严重。你们反应该在是正确的点多放一些监测。你像比如在花莲花莲本来空气都很好，你这放多了也没用。我想你放几个点，你让我那个资料再让我知道一下。我现在马上回答。我在台中目前今年台中有500个点啊，那高雄呢，他很积极，他弄了一个1000个点，他出一半，我们出一半，他已经破。那像新北呢？新北有没有什么？新北去年有包括我们部的应该有将近200个点，那也都有查到那个陆续，今年明年度就这一期的那个计划已经提出来了。啊，那个点再给我知道一下。不好意思，打岔一下。那桃园呢？桃园我们第一年部200，然后他部400，目前有600。目前600哈，按照这样子的比例也算高的了。今年他明年这一期还在提出来，还在提出来哈，还在增加，还都工业区先布，然后有些非法排放的那个先抓。哦，好，谢谢。所以这个好，冻结1/10，改提书面报告，可不可以？刚那个徐委员说，你后面还有曾明忠委员的2个提案呢、这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可以撤案了？因为这个现在我们温费委员，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其实今年的失信率到95%，现在就是徐委员撤案了，所以272跟273，因为原来是进度的关系，我们是可以马上补资料，写个书面报告都不可以啊？可以可以，写个文章吧哈，写文章让我看看你们中文及不及格，好吧？好，我们冻结1/10，改提书面报告，好，那然后。这里272跟273并案，以272为主。再来，我们进行文化部的部。第一案。啊，对不起，哦，前面还有一个保留的。267案，徐永明委员。撤案的。好，那我们撤案。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文化部，是国家文化记忆库和数位加值应用的部分。好，郑委。你们停了要干嘛？然后来，我们从部长，我们从247案。274啊，已经昏了，几个累了，没有蛮牛，没有提供蛮牛。来，274案啊、是国家文化记忆库及数位加值应用的这个部分，因为包含文化部传艺中心、公益中心、台博馆跟史前博物馆。这个块，我们这个先保留好不好？还有，我们从我们因为那个大包小，好，我们从小开始，好，从276案开始。276案呢，柯志恩委员的，我帮他做决定，动1/10书面报告，好不好？好，我们冻结1/10才书面报告，书面报告之后，然后277案也是动1/10书面报告。278案动1/10书面报告，好不好？279案，你们答应赖委员，然后全部48亿、31亿科目自行调整，对不对啊？31亿，不，我先跟你讲啊，赖委员不在，
但是你答应人家的就要做到。如果说你做不到，你是反悔的话，我跟你讲，你今天就很难离开这里。是是是是是。问一下他们是不是？是昨天有是谈到这样，有建议赵委员的这个，好不好？好，答不，我是帮赖委员在执行的，答应了就大家就不要耍赖，好，好不好？我们也会很干脆。好，我们处理2716案、277案跟278案，分别都冻结十分之一，提书面报告之后使得动之。第279案，我们减列1亿。好，然后科目自行调整。对，科目自行调整。再来是280案。280案啊，你们已答应赖委员3700万啊，但我刚才那么顺，我就撤案，好不好？好，280案撤案，281案，徐永明委员的文化生活圈建设，其实281、282、283到284哈，都是各个管所的这个讨论了哈，啊，不过都有来做报告，我们4个案都撤，好，好，谢谢281、282、283、2844案都撤案，回到前面2个案。我们回头来处理，274跟275案，274、275案，这是干嘛？办好两个撤案，好吧，撤案，好，好，274、275案撤案，好，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好。大家不要说什么，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科技部，科技部的这个部分从285案开始，好，285跟286的案子都是，这总计多少？总计是309500万。他有忽必烈汗。这个部长，285万，你们有没有跟赖委员那边讲？有有有，当然有。三个亿嘛，是吧？他不是说删了，他说动了。啊？他说改动。建议他是告诉我是删除啊。对，当时有跟他三亿就是有。好了，也不跟你啰嗦，我打折3-5千万。科目自行调整，好不好？好，我们 OK 吗？好，所以我们285万、286万合并删除减列5000万，5000万科目自行调整。287万删动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好不好？287案，287案、288案、289案。我们合并冻结十分之一，然后289不是我们的哈，289哦，好，对不起，287、288冻十分之一，我们书面报告，好吧？来，那个徐永明委员，289万，没有讲，自己讲，动了，开麦克风。改动10%，好，那书面好不好？好，我们287、288、289三案合并冻结10%，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然后我们以287案了，好不好？没有蒋委员的这个部分没有，以287案为主。再来290案，没有了，这。曾明忠委员提案，他说全力支持我们的预算。292案也是你们的，对不对？对对，曾委员说他全力支持我们，我就跟他全力支持，对对对，全力支持什么意思？就是全力支持我们的预算呢、啊。那有没有说要冻结呢？他说那个完整一点，冻十分之一，书面报告，好不好？他说全力支持。哎，报告委员。他没有告诉我，好吧？真的，因为他动十分之一书面报告还不可以啊？他不会那个啊？没有，我们后面处理嘛，290案就撤案，好不好？他也不会骗，我们290案撤案，后面的看怎么动。书面报告不可以啊？可以啊？好吧。
听众，人家报那个会员的，尊重一下，尊重他了，就相信他啦，相信。好，同意你出案，来。好，来二九一案，赖世宝委员。好吧，二九一案赖世宝委员告诉我是三，你们同意三五千万，对不对？啊。冻结、啊，他当时也是说乱讲，希望是冻结、啊，不要骗人，没有，这我们去跟他，去跟他沟通，这不是我的字嘛，这是赖世宝会写，都是你们同意，哎，不要耍赖哦。那也可能真是，慢慢讨论，来来来。好，跟委员可不可以说，就说我们确实有跟委员去沟通了哦，那这个不干脆的。可不可以动？主席，我想请教，你这个预算一共是10亿啊，哈，推动国际产学联盟啊，哈，那投资这么多下去，你们预计未来的绩效和目标是什么？对，跟我们报告，就是说我们第一期做了，投了10亿，现在业界已经杠杆了将近7亿到学界里面来，所以这点有特别跟赖委员特别提，对。所以是没有错啦，当然我们没有答应说不删啦，所以因为这个是对。那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因为这个是给学界啦，就是说不是我们全部都学校给18个学校已经在执行，对，可不可以？这个我个人的意见，31亿的好不好？31亿。31亿。不是这个，你们最差劲的是，你跟委员办公室讲好了，现在他不在，你们就来耍赖，这恶劣的家伙。没有，我们真的是讲，他是讲冻结5000万，冻结5000万。这个先保留一下，这个问一下，好不好？保留一下了。好，这个这二九一案我们先保留，好不好？那个，请党团的同仁协助联络一下。不需要，我就代表党团。好，好不好？我就代表党团，可以吗？好，我们二九一案先保留，然后现在进行二九二案。二九案，这个郑明忠委员建议删除三分之一了。提案删除三分之一，来，这一共是7亿8000万。这个赖维的提案，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曾委员的提案在这里。这个是博士后研究的啦，博士后的那个企业。曾委员拜托，就是那个我去，这次有亲自跟曾委员去拜托。那曾委员他没有跟我讲，他没有跟我讲说你有跟他拜托，就按照这个书面。博士后研究的人，我管他的。那说明是跟我们报告，就是我们一年现在是333位。部长，我跟你讲啊，对，别的部会人家去跟，这是赖委员交代我的事，人家都同讲好了，我们答应什么案子归案，我通通这个案子答应，其他通通吃案我都没有关系。问题你们恶劣，答应人家了，赖委员不在，你们开始啊。我好欺负、哦、我好欺负、哦、那这个对一个讨论，好吧，那就一个一个讨论哈。针对二九二案，你总共是7亿8000万，你刚刚讲说300多人，对，300多人，300，跟会员报告就是说，因为不是我去，是我们主委，你也不用跟他报告，我们那么多委员，其他都不是委员吗？我知道，他说报告的时候，赖委员我有听啊，二九一案你们答应人家都不答应啊，对吧？每一个案你都很难过。来，徐一峰委员，不，我的题目他还没回答。对，是，你现在这个金额是300多人，是不是？333人，我们那平均一个人是补助多少？我们是这样，就是说他是做培训的、啊、培训一年就是培训单位跟博士后的学生。那博士后一个月是给他6万块做培训酬金，然后就转接到业界去，所以就是把博士本来在学校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这边，我们帮他到业界去，所以就帮他做一个转介的这个工作了。所以这个部分，哎，郑委员到了，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说，所以是我们每年有现在的经费，就每年我们是培育333位，那其实事实上来报名的博士后超过700位了。就是我们培养的这些学生出去的，真的是有这个需要、啊。博士一个月6万多是还好了，
六万而已啦。六万他出去薪水会比这个高了。我们现在会议过后以后，對那你部长，部长你讲是他要去产业界，那你们跟产业界是怎么产业衔接？就是怎么分工的？我们先有一个培训单位，培训可能是学校或者研究机构。嗯、那培训了几个月做他去业界，因为很多博士不敢去业界。那就是说他没有那个实作的经历，所以我们透过实作，所以你们是做中介嘛，对不对？做培育啦，培育完然后让他到业界去做半个月以上、半年以上的实习。啊，他到业界半年是谁出钱？哦，还是我们做培训，所以一年左右是我们培训，那是我们一年培训。啊，可是他到业界去那半年还是你们这边出钱就对了。对对。那之后呢？半年之后呢？就看业界要不要接。对，我们原则上现在大概有将近七成以上的业界就会承接，把他们拼过去。对。好，我们现在谢谢曾委员。对，现在回到二九一。二九一案减列五千万。我同意啊，对，因为好不好？对，我尊重。好，我们二九一案减列五千万。好，然后科目自行调整。是，好不好？2922、293，交报告。我们这个撤案，好不好？是，谢谢，谢谢。好，谢谢。2923案撤案，2924案，徐永明委员。这边好，我们提一下，其实我们是支持在中科这边办这个智慧机器人创新制造基地啊，只是说你们提供资料很不清楚，就是你一开始希望以租代买啊，这个比例如何？好，资料你们。有来说明，可是好像资料没有，后来没有 update。好，那对，顾委报告就是说，因为那个洪志勇委员在委员会，所以他去过几次，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其实是业界拿过来，但有一些总是我们要买，因为是消耗，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是他们来，但是后来他们也不需要租金了，他们就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他们业务推广也可以用，所以他们进来。那透过这样，现在一年多，我们已经创了55家的新创公司，就透过这样去做。所以你们能不能再跟慈庸那边说明一下？好，那这个我们撤案。好，谢谢，谢谢。来，剩下我来讲。好，294案撤案。来，我们剩下本党的296、297、298、299。那个经管会，经管会，那个经，等一下，等一下，就是事主还没来，那经管会就不撤案了，你们就撤案。好，我们287案，287案就撤案了，好吧？已经蒋委员他已经说好撤案，二八七、二八九都是我们的嘛，对不对？二八九不是我们的哈，二八九是那个好，对不起，二八七已经处理过了，抱歉。好 ，OK， 好，那我们290是曾委员的案子，好。没有撤案嘛？好，没有，都已经处理完了。好，科技部的这个部分我们都处理完了，谢谢。谢谢，谢谢。长得太快了，是吧？来，再来，我们金管会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一点点小钱做那么久。你来做决定，我是不是？对，你们两个，我等一天，等一天早上，等一天呢、啊？顶好，好，主要是牵手买钱。295案跟296案，好，都是中心的资料。OK 啊，二九六我们的了哈，撤案了，好吧。来，徐委员，二九五这边主要这个预算是不是？没有声音了。昨天有更新，换一支麦克风好吗？好，有没有重复编列的问题了？好。没有，没有，他是其他部分都还没讲，他是中心的设置费、设备费的这个部分不可能重复编列、啊。好了，那核销，好，那就撤案吧。如果你没有重复编列，好，我们295案、296案撤案，然后好那个主委，不好意思啊，退伍会，好，最后请退伍会，谢谢。
三个，好，我们退辅会一共297、298、299，都是本党的人哈。好，撤了，好不好？好，诸位，谢谢。好，我们协商完毕，我们现在宣读协商结论。来，请宣读协商结论。宣读协商结论：176案撤案，177案撤案，178案撤案，179案冻结十分之一题书面报告，180案不予通过，181案到182案，还有191案合并处理，以182案为主，冻十分之一专案报告。183案动十分之一专案报告，184案动十分之一专案报告。等一下，那个183案是书面，然后180案80案书面报告跟182案好，请书面180案不是不能通过，留下来，然后确认协商结论的代表。好，如果有问题的话，立刻举手。向台上反映，我们才能够及时做更正和处理。好，把那个重新宣读宣告。重新宣读哈。176案、177案、178案经撤案，179案动十分之一书面报告，180案不予通过。181案到182案，还有191案合并处理，以182案为主，动十分之一专案报告。183案动十分之一书面报告，184案动十分之一书面报告，185案、186案、188案、189案增81案增82案。以增82案为主，冻结十分之一，是交通部协调高雄市政府提出高雄捷运延伸至屏东地区等相关规划初步报告，并向立法院财政交通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187案撤案，190案通过，192案修正倒数第二行，雇员要求交通部针对，改为雇员要求交通部转至内政部针对，予以照案通过。193案通过，194到196案，以195案为主。动十分之一书面报告，197案到199案
酸碱四亿元，科目自行调整。200案共1/10，书面报告。201案到206案合并处理，酸碱50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207案到211案，酸碱1亿元，科目自行调整。212案动1/10，书面报告。213、214案经通过。215案撤案。216案酸碱20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217案到219案，以219案为主，动1/10，书面报告。220案、221案经撤案。222案撤案。223到224案经撤案。225万到228案经撤案。229案动1/10，书面报告。230案动1/10，书面报告。231案动1/10，书面报告。232案到234案合并处理，以233案更正版为主，动1/10，书面报告。235案动1/10，然后在明年6月20日前提书面报告。236案、237案经撤案。238案、240案、241、242合并处理，动1/10，书面报告。没有写了。239案撤案。243案删减500万元。我刚刚是以哪样为主？238到240，23。我没有说呢。你有什么？我已经讲了。不是电过就是数的。238并240到243，对不对？没有，243，自行减500万。减243。23减6，对啊，23减500万啊，没错啊。然后23减500万，238240，241、242合并嘛，动1/10，书面报告。以2242为主。242为主嘛。238240241242合并处理，以242案为主，动1/10，提书面报告。243案删减500万元，244案，好，让他说一下。科目自行调整。243案删减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244案动2000万元，提书面报告。245案到246案合并处理，以246案为主，动1/10，提书面报告。248案撤案。253案动1/10，提专案报告。247案、249案到252案合并处理，动1/10，提书面报告，并以249案为主。253案的1/10的母数是以1亿8600万为主，动1/10，提专案报告。第254案、255案、256案、257案合并处理，动1/10，提书面报告，并以254案为主。第258案到260案以及第262案合并处理，以第258案为主，动5%，提书面报告。261案删减10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
263案到266案合并处理，以第265案为主，动5%，提书面报告。267案撤案，268案到269案合并处理，删减1人，科目自行调整。270案撤案，271案撤案，272案到233案合并处理，以第272案为主，动1/10，提书面报告。对呀、啊，272、273合并处理，以第272案为主，动1/10，提书面报告。对呀、啊，没错。第274案撤案，275案撤案，276案动1/10，提书面报告。277案动1/10，提书面报告。278案动1/10，提书面报告。279案删减1人，科目自行调整。280案、281案、282案、283案、284案均撤案。285案到286案合并处理，删减50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287案到289案合并处理，以第287案为主，动1/10，提书面报告。290案撤案，291案删减50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292案、293案、294案、295案、296案、297案、298案、299案均撤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协商结论有异议？没有，没有异议，我们照协商结论修正通过。针对第8款至第16款审查结果如下：审查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2期特别预算案第8款至第16款。除照协商结论修正外，其余部分均照列，另债务之举借随同协商结论简列数调整，税出正式别预算随同以上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审查结果有无异议？没有，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针对特别预算案审查结果做如下决议：行政院函请审议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2期特别预算案，业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的时候，由本席补充说明。请问各位委员对以上的决议有无异议？没有，没有异议，通过。那本次会议议程已经进行完毕，本次联席会议议事录由本席核定后确定。我们现在散会。好，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